报委员会出席委员六人，已足法定人数，请主席宣布开会。现在开会，请宣读会议议程。立法院第九届第一会期司法及法制委员会第八次全体委员会议事日程，开会时间2005年3月23日星期三上午9时至12时，下午20时至5时30分。开会地点红楼302会议室。报告事项：上午一、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立法院第九届第一会期司法及法制委员会第七次全体委员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2005年3月21日星期一上午9时至12时37分，下午20时05分至5时34分。地点：本院红楼302会议室。出席委员林委员德福等12人，列席委员黄委员国昌等47人，列席官员上午部分行政院秘书长简太郎等12人，下午部分总统府副秘书长熊光华等19人，主席段召集委员宜康。报告事项上午部分已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确定邀请行政院秘书长、国家发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副人事长、行政院海岸巡防署副署长、全叙部次长列席就海洋委员会筹备情形进行专题报告并被质询。三、邀请行政院秘书长、科技部部长、国家发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副人事长、国家安全会议、国家安全局、内政部警政署列席就国家治安体系及国家资通安全科技中心筹备情形进行专题报告并被质询。本日上午会议由委员柯建明等15人提出质询，委员姚文智提出书面质询。决定：一、报告及询答完毕；二、委员质询时要求提供相关资料或以书面答复者，请相关机关紧速送交个别委员及本委员会。讨论事项：下午继续并案审查民进党党团拟具总统职务交接条例草案，委员林议员等17人拟具总统职务交接条例草案，时代力量党团拟具总统副总统交接条例草案，亲民党党团拟具总统交接条例草案，国民党党团拟具总统副总统职务交接条例草案，委员李俊毅等28人拟具总统职务交接条例草案。决议：一、继续进行逐条审查；二、第一条及委员林维洲等3人所提修正动议均暂保留；三、第二条照国民党党团提案通过；四、第三条暂保留；五、时代力量党团提案第四条不予采纳；六、委员林议员等17人提案第九条，亲民党党团及国民党党团分别提案第四条均不予采纳；七、第四条修正为：为办理本条例锁定交接事宜，总统当选人与总统各自指派相关人员共同组成交接小组。八、第五条第一项照民进党党团提案第五条第一项通过，其余暂保留，含委员林维洲等四人所提修正动议。九、时代力量党团提案第六条暂保留。十、第六条修正为：总统、副总统当选人得针对总统职权所涉及国家安全有关大政方针及中央行政机关主管业务，要求提供资料或作说明，并由总统指定适当机关向总统、副总统当选人进行简报。总统、副总统当选人或其所指定之人员，得就前向各机关主管业务提出询问，或要求提供相关文书及其他物件。总统、副总统当选人及其所指定之人员，如要求提供之资料或说明事项，内容涉及经核定之国家机密者，原核定机关应以书面核准总统、副总统当选人及其所指定之人员之悉持有，并应依国家机密保护法及相关法令规定处理及保密。十一、第七条修正为：总统应移交之事项如下：一、印信；二、有关国家安全、国防、外交、两岸之文书及档案；三、总统府与公务有关之文书及档案；四、交代月份、截至交代日子与月报相同之会计报表、会计报告及其存款；五、未办或未了之重要案件；六、总统府及中央行政机关所属检任第12职等以上或相当层级人员名册违反前项规定，如涉及刑责者，应移送司法机关侦办；十二、本案另定期继续逐条审查，提案四案均照案通过。继续宣读本日报告事项。二、邀请司法院秘书长列席说明立法计划并被质询，下午部分；三、邀请考试院秘书长、考选部部长、全叙部部长及公务人员保障及培训委员会主任委员列席报告业务概况及立法计划并被质询；四、
邀请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长率所属列席报告业务概况，并被质询。讨论事项上五部分：一、处理司法院函为20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该院主管第一项决议（括弧二）请安排报告，请查照案。二、处理司法院函为20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该院主管第一项决议（括弧三）请安排报告，请查照案。三、处理司法院函为20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该院主管第一项决议（括弧四）之预算冻结案，请安排报告，请查照案。四、处理司法院函为20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该院主管第一项决议（括弧五）之预算冻结案，请安排报告，请查照案。五、处理司法院函为20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该院主管第一项决议（括弧九）之预算冻结案，请安排报告，请查照案。下午部分。六、处理考选部函为2014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附属单位预算决议，针对考选业务基金冻结服务费用620万1000元，是增列课余考试制度，并报告后使得动之一案，请安排报告，请查照案。七、处理考选部函为20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冻结题库之编制及审查经费预算1/10，共计839000元。报告经同意后使得动之一案，请安排报告，请查照案。八、处理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函为20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有关冻结办理选送公务人员出国研习业务之业务费3103万9000元1/4，并提出专案报告一案，请列入议程，请查照案。宣读完毕。好，请问各位同仁，这个上次会议议事录有没有问错误或遗漏？好，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确定议事录。现在介绍列席官员，介绍司法院林锦芳秘书长，民事厅邱瑞祥厅长，蔡彩珍，对，刑事厅蔡彩珍厅长，行政诉讼及惩戒厅陈国成厅长，少年及家事厅黄梅月厅长，司法行政厅林瑞斌厅长，大法官书记处李玉清处长，人事处蔡新义处长，秘书处邱成，不好，您这个奎吗？是，不好意思哈，邱成奎处长，会计处张志宏处长，公共关系处刘格伦处长，行政院主计总处公务预算处陈信敏专门委员。好，我们今天上午是邀请司法院秘书长代表列席说明立法计划，并被质询，然后处理司法院2015年度有5件预算解冻报告案。那么我们请等一下秘书长报告的时候，这个立法计划跟解冻案一起报告啊。我们采综合询答逐案处理的方式进行，现在进行报告，我们请司法院林秘书长报告。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先生女士，大家早安。那我所代表司法院来就刚刚主席指示的本院2015年度的立法计划跟关于2015年度本院及所属机关预算解冻案有5案来做一个综合的报告。那首先呢，关于立法计划的部分呢，我有一份的书面的说明啊。那为了便于了解起见呢，在这个书面报告的开头呢，我们用一个图表来显示本院呢的2015年度的立法计划。那这个分两部分，一部分就是说即将要送贵院来审议的案件啊，另外一个部分是我们正在研拟中的这些条例啊。那即将送立法院来审议的有这个司法院大法官审理案件法的修正草案。那其实这几个即将要送大院来审议的案件，都是在上个会期啊就已经哈、啊、送进来哈、啊。那但是经过有一些还经过讨论，但是没有哈、啊、没有那个顺利的完成这个程序。那大法官审理案件法的修正草案呢、啊？这个是因为大法官的审理案件法是82年哦、啊，因应这个第二次的修宪，公布哈、啊，来制定的，来修改了哈、啊。那已经经过这么多年在实务上运作哈、啊，没有办法配合实务的运作的需要。那
94年6月，宪法的征修条文又公布，增订大法官审理总统、副总统弹劾案件的职权了。那相关的审理规则也应该加以来明定哈。所以这次的修正的主要的重点是像把这个解释宪法的案件呢，全面的司法化，就法庭化，让它哈能够像法院一样的哈也来进行，一改现在的是用一个会议的形式来进行哈。那这是主要的一个重点。那第二个，比较重要的就是这个破产法的修正是，名称是改为债务清理法。那这个破产法是24年哦，施行到现在，那更是太久了哈。那相关的程序哦都不能够符合社会的需求跟国际的潮流，所以是全面的研修。那这次研修的哈，一共修正的一共草案是337条。也经过司法院院会的讨论通过，现在是送请那个行政院会衔讨论。那行政院有一些意见，我们也根据这些意见，正在重新在检讨哈，在检讨，然后看能够得出一个好的方案出来，再来送大院来审议。那下来是刑事诉讼法的部分修正条文草案，这有两部分，一个是哈，就是在也大这个贵委员会也经过一个讨论的，也是有关刑法，因为刑法新增加了剥夺第三人以外的被告以外第三人的财产，扩大申请啊单独宣告没收的适用范围，跟现行特别刑法中有关没收第三人财产的实体规范，这些所应该遵守的正当法律程序啊，这个在刑事诉讼法部分修正条文里面哈、啊，增进的没收的这个专篇哈、啊，特别没收的专篇的规定。那另外一部分是因应两公约跟释字665号解释重罪不得作为羁押的唯一原因所做有关于人权保障的一个修正，并且啊，里面还针对于受有罪判决确定的入监的方式哈、啊，也防止这些受有罪判决确定者哈、啊、逃匿啊这样的一个条文。那另外是重要的是人民参与刑事审判的草案啊，那我们希望能够引进人民参与刑事第一审的审判的程序。但是这个草案呢，在以往呢是以有关于视行官审的这样的一个草案的形式提出来，也经过大院的很多次的一个委员会的很多次的讨论，但是因为各方啊有不同的意见，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整合大家的意见以后，再来提出一个比较能够为各界所接受的一个草案。另外是法院组织法部分修正条文跟行政法院组织法的部分修正条文这两个法案是有雷同的地方，也就是说最高法院跟最高行政法院他们都各设这个大法庭哈，有最高法院有民事大法庭刑事大法庭，那同时呢也删除了判例跟决议的制度。那其中法院组织法里面还有法务部所提出来的特别侦查组改设在高检署的这样的一个条文哈，那这是有关于法院组织法跟最高行政法院组织法的部分修正条文草案。那再来是法官法的部分修正条文草案，那这个也是各界也有对于比如说有关于法官的评鉴呐哈，个案评鉴的制度啊，或者是里面有相关像用人机关人员代表出席法官遴选委员会议的部分哈，还配合其他法律的条文来加以修正。另外还有一个智慧财产法院组织法的第3条跟13条的修正，那这个是有关于智慧财产组织法哈、啊、跟现行条文有关于违反公平交易法的上诉或抗告的这个刑事案件哈、啊。都是由智慧财产法院管辖的规定，所以这个智慧财产法院组织法应该来配合来修正。那另外就是有关于智慧财产法院法官的任用资格、遴选、改任、研习等等事项，同时也参酌法院法官法跟其他授权执法的规定哈，一起来修正。那以上是即将要送给大院来审议的案件。那另外呢，我们在研拟中的哈，这个有刑事诉讼的新制哈，这是根据哈2010年初我们进行新一波的司法改革组织的一个刑事诉讼改革成效评估委员会的共识哈，那采取重罪一案是一流哈，轻罪跟民案也是另外一流哈，这种分流制的刑事诉讼的一个新制。
那同时也希望能够建构新的上诉制度。第二审是采事后审兼续审制，第三审是严格的法律审并采上诉许可制哈。那另外是没收的保全程序规范，那这也是各界针对于没收第三人不法利得的部分哈，看为了要确实的能够落实这个不法利得的没收，防止那个延滞诉讼还有那个一致没有办法执行的这一部分哈，那希望能够延议啊保全没收程序的一个规定啊，来符合这个正当法律的程序的一个要求。那还有一个是智慧财产案件的审理法修正草案，那个是研究哈智慧财产民事侵权诉讼败诉者负担律师费用的这样的一个议题哈。那还有一个正在全面研修的是少年事件处理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这是为了落实儿童权利公约等人权国际人权的规范啊，也参酌大法官的解释啊，来全面加以研修。还有一个是司法人员人事条例的配合法官法跟他授权执法的内容，还有配合各法院组织法的修正哈，来加以修改的哈。那这以上是我们105年度的立法计划，大概是这些项目。那另外第二个部分要跟大院各位委员会报告的是有关于本院的105年度的预算解冻案的5个案。那这5个案呢、啊，包括第一个是有关于大院冻结人民观审制度推动费的1/10的部分，那这一说，这个冻结这一部分的费用呢，哈，是希望能够到司法院能够为办理这个人民参与审判的模拟法庭活动，哈。来供制度的一个评估，那探求最适合我国的人民参与审判的制度，那应该要研议这个准备条例，也就是人民参与审判的准备条例的一个草案，向大贵委员报告。那这一部分的我们说明说，历年来其实我们推动人民参与审判的活动哈，到现在已经如火如荼的办理了46场的模拟的活动哈，因为这从100年呢、啊，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构想。以后呢，在101年6月哈、啊，也提出了人民观审试行条例的草案哈、啊，然后为了要让审检辩啊都能够，还有一个人民啊都能够参与这个新制哈、啊，其实我们也指定了这个模拟法院哈、啊，所以也从101年开始哈、啊，到104年有各项的计划，这个在我书面报告上面有一个详细说明，请委员来参与。那同时我们也灵活的运用各种的宣导哈、啊，希望社会大众能够熟悉这样的一个制度，可以早日实现我们人民参与审判的这样一个制度。但是对于委员会所要求的说，是不是要制定准备条例，它的可行性跟它的需求啊，那我们也研究了这个它的这个可行性哈、啊。那如果说看世界各国的哈、啊、立法例，好像还没有确定，而且保留到终局决定的这样的一个司法制度啊，要求各法院就不同版本来进行模拟审判的这样的一个潜力哈、啊。那以日本来说了哈、啊。他在2004年通过的裁判员制度，定2009年施行，并且以5年准备的期间，在全国各法院来办理模拟法庭活动。这个就是在已经有这个法案的出来了以后呢，哈，配合各种的宣导的活动，哈，然后才进行模拟法庭的研究，哈，跟实证的一个研究。那如果因为我们国家啊，在各地方法院进行模拟法庭活动，到现在已经4年，有46场了哈。那多数法院哈、啊，并没有因为这个配合本院这个模拟法庭的活动的增补人力哈、啊，所以这个各地的法院跟法官、行政同仁呢、啊，都是在繁重的审判行政工作之余啊，来基于推动司法改革的一个热忱哈、啊，义务的参加模拟法动，因此法官日常的工作非常的繁重哈、啊。那如果全面的在通过准备条例在各法院进行模拟的话呢，那可如果不能够在短期内增补员额之下哈、啊。那可能这业务方面呢、啊、会非常的繁重哈、哦，而且还要配合这个实证的调查，模拟至少3种不同的人民参与审判的模式啊，对于法院的同仁来讲是会相当的负担，费相当一个重啊。
那因为另外我们看哈，就是因为选举以后呢，那预定在今年五月二十日就任的这个新的蔡总统呢，已经将向社会大众承诺尽速推动人民参与审判的这个重大的一个司法改革。那为了把握有限的资源做最大的运用啊，那我们认为当前最重要的是尽速来整合各界的意见，来获得最大的共识呢，尽快通过这样的一个法案，而且在法治的内来已经确定的内容前提之下，来进行相关的配套措施的研议工作，使这个制度可以早日的真正的一个运行啊，回应人民的一个期待。那所以如果以准备条例来继续模拟跟评估的话呢，可能是没有办法满足全国人民对于这样一个新制的殷切的期盼哈，而且会造成对于法院的一个过度的负担。所以我们审慎的评估认为哈，是不是现在目前这个阶段呢，不要再用准备条例来进行准备的这样的一个需求，跟没有这个必要性。那希望能够真正的进入这个法案的一个研修哈。那为了避免这个业务的推动跟预算的执行，那所以希望这一部分呢，委员会能够会予动支，这是第一项。那第二项有关于补助家事服务中心预算经费哈，冻结了十分之一的哈，那是委员会是决议立法大院的一个决议，是说要等待司法院少年家事厅啊，会同司法院会计处跟承办家事服务中心的各民间团体会谈，针对各地方各地的这个家事服务中心的运作进行调查，来研拟补助的办法的修正，以后呢哈还要报告才能够动支。那这一部分呢，我们已经依照大院的这样的一个决议哈，来加以这个修改这个作业的规范哈，我们修正了那个补捐助法院家事服务中心的项目的基准跟审核捷报作业的规定哈，那明定在离岛或是主管机关财力比较困窘、资源连结不容易的地方服务的那个民间团体，可以按时减去那个申请补助哈，为受雇专责人力负担的劳健保的费用，那这对他们的帮助就非常的大。那第二个改正的修正的一个作为，是我们已经请各法院跟各地方政府驻点服务的民间团体啊，建立了联系的窗口，定期举办业务联系的座谈啊，召开或是参与相关的机关团体举办的研讨会等等啊，以深化这个沟通的管道。那对于经本院核定补捐助的中心啊，我们也派员实地的考察，了解经费的运用跟实务方面的运作，同时聆听各方面的意见，并且协助有关的有关的困难。那第三项跟各位报告的，就是多数的家事服务中心，他们已经表示将会在今年度提出比去年度提出比较多的这个补捐助费的申请。那这个104年度跟105年度啊，可能会提出来的不同的申请的这个金额啊，我在第六页里面有做一个统计表哈。原先在104年度哦、啊，就去年度申请的金额是300多万了哈，304万这样。那在今年度的话哈，依照我们预估哦、啊，各家事服务中心会提出来申请的会有1376万，就是大幅的一个成长。那我们希望这笔预算也能够解冻，以便对于各地驻法院家事服务中心可以获得补捐助。对不起啊。第三项解冻案是有关于特约同意的这个，因为特约同意冻结的办理那个司法院的研究改进的那个司法制度的费用的20分之1啊，那这是有关于特约同意制度的运作的受到委员会的这个非常的重视哈，就是特别就同意的品质啊、工作的情况、人力。他的时间是不是足够？是不是能够确实的能够还以能够
执行这样的一个工作，有没有落实回避的规定啊？那希望司法院能够提出这个改善的办法。那我们在增加推行了我们很多改善的措施哈，也在去年的11月25日召开了健全通译制度研商的会议，邀请了各相关的单位来进行意见的交流哈。所以关于增加通译的人力的部分哈，那我委员会是说以往104年度为什么这么少的人哈？那原先就是103年度的这个通译啊，特约通译这个所他们传译的次数不多，但是104年度为什么增加了这么多哈？那所以才质疑这个人力的部分。那其实这是因为104年2月5日我们行政诉讼收容新制的施行，以致这一部分的案件哦大量的增加。原先像103年度的地方法院行政诉讼事件传译的次数只有4次，那因为这个104年度这个有收容新制的施行啊，所以增加到2000多次，所以这个看起来就很增加很多。但是收容事件案件呢，虽然增加量很多，不过就案件的特性来讲，它的传译的内容跟一般案件是不太一样，因为这种收容案件大半是比较单纯，同质性也高，那开庭跟传译的时间都比一般的案件短暂，所以还不至于因为通译的过不至于因为案件增加造成通译的过度负担哈。那目前人力的运用，依照现有的特约通译备选人的运用实况哈，有一个分析表哈，在后面哈，在第10页有一个这个使用特约通译的这个一个统计表哈。这来看呢，除了手语跟部分的东南亚语言的通译使用的频率比较高以外，其余并没有人力不足的情形啊。那这一部分啊，司法院也在104年度啊10月函请法院检视辖区内的实际传译的需求，来适度增加手语跟东南亚语系的特约通译的备选人才哈。那也在2月，我们有一个首长会议业务的座谈会里面来加强宣导，请各法院来配合办理。那关于品质的翻译，那我们也强化了招募程序跟筛选跟评量的一个考核哈，加强了教育的训练，也提供法庭跟诉讼程序常用的法律词汇外语的译本。那有关于传译公正性的维护的部分哈，有这种诉讼法里面有拒绝的规定，我们也制作也研拟了法院通译的伦理的规范，来要求大家来执行哈。那所以可以说哈，简单的讲就是说，我们从司法行政各方面哈，在加强传译哈，特别通译的这个人力啊，从特别通译的传译的品质跟公正性这个维护方面哈，该做的我们都尽力做到，也请委员来指教。对于这一部分呢，因为特约通译而冻结的办理改进、研究改进司法制度的业务的经费20分之1能够获得解冻。那第四大项是有关于提升家事扶助，为了提升家事扶助来冻结对于法律扶助基金会捐助500万元。那希望就是这个法律扶助基金会这个也能够哈。跟民间团体研拟家事扶助的一个专案哈，或是其他家事事件专业化具体的扶助措施哈，来向委员会来提出报告。那法律扶助基金会呢，为了提升家事扶助事件的扶助的品质哈，也曾经在103年1月就跟各 NGO 的团体啊开会讨论相关的议题哈。针对这个本院所属法院家事服务中心的运作、程序监理人的实务状况跟家事事件法施行1年所遇到的问题，来广泛的交换的意见。那后来在1月的时候，我们也召开了研商财团法人法律扶助基金会支援司法院所属各法院家事服务中心相关的事宜的一个会议。那这里面决议是由基金会各分会全面支援各地方法院家事服务中心啊，安排扶助律师进行驻点的法律咨询服务。那105年度就今年度各分会咨询服务的
这个情形啊，但我在十一页到十二页，我们有列了一个表哈、啊，就是他们办理这个法有关于家事服务事件的法律咨询的一个时间哈、啊，情形配置情形，那请委员会来参照。那另外呢，基金会在今年的一月七日哈、啊，再次跟各 NGO 的团体哈、啊、也开会讨论相关的议题。那有几项具体的措施来增进家事事件专业化的具体的辅助措施哈、啊，就是一个是优化电话的法律咨询服务，同时也支付选任程序监理人的一个酬金哈、啊，那也提升法院家事服务中心驻点法律咨询的一个品质，加强办理家事事件法律辅助这个律师的一个教育训练，也就是说，我们也要求了法律辅助基金会做加强的这一部分对于家事事件的一个辅助哈、啊，那也希望这一部分可以获得冻结哈、啊，可以解冻。那最后一项是有关于法庭录音光碟的因为交付法庭录音光碟的事项而被冻结的办理司法行政业务经费十分之一。啊，那这个是希望一直到司法院向各级法院法官加强相关的教育训练提出的具体成果，并且就受理民众申请交付法庭录音光碟的准驳的情形、依据、理由跟类型做一个统计分析以后，那向大院报告，才可以动之。那我们这一项的说明是，第一个就是各法院申请交付录音光碟案件的一个准驳的一个统计。以往这是因为法庭录音录影机看利用保存的办法哈，在102年10月20日修正以前哈，因为有一项规定是说要经过获得这个录音录影的这个光碟，必须要经过在场陈述人的书面同意作为申请的要件。那因为有这一项的规定啊，所以因此哈，各法院申请交付录音光碟的驳回率就变得非常的高哈，到达85.2%。后来法院组织法在104年7月1日修正，它其中有明定当事人跟依法可以申请阅览卷宗的人、哦、因为主张或是维护他法律上利益那可以就可以申请交付法庭录影的这个光碟、哦、那因此这个新的办法也在104年8月7日修正公布。新法施行以后呢，那我们的也有一个统计资料来显示，法庭录音的申请的总驳率已经随着新法公布整体哈、啊，就是驳回的比率就下降很多了哈、啊，平均是从去年104年到12月就是3、4、5、6、6半年哈、哦，6个月的平均的驳回率是58.19%哈，那对照以往的85.2%哈，确实是下降的蛮多的。那第二点向各位报告的就是有关于法院就交付法庭录音光碟申请案件驳回比例过高，不符修法的意旨。委员会认为应该要加强法官的教育训练的部分。那我们也研定了交付法庭录音光碟申请状跟许可裁定的一个例稿哈，在今年2月24日发函各法院，跟给法官跟申请人使用，结合了当事人申请交付这个录音光碟的申请状，跟法院准许的这个裁定哈，就是在同样一个状里面可以从一个例稿里面哈，有这样两项功能，那可以方便民众的申请跟法院的裁定哈。那另外我们也订了法院办理，不好意思、哦、这个我们都有书面资料，您麻烦口头说明简短，就蛮好，谢谢，在一分钟就好了哈。另外也有一个注意事项的颁行，就是说你一定要人家有这样的一个符合要件，你就要同意了哈，只要符合申请要件就要同意，原则上是应该要准许的，除非另外有排除的一个规定哈。那我们也在2月的首长会议座谈中哈，也来加强所以以上各点呢，有关于预算的冻结案呢，这些都是为了业务的推动跟执行预算哈，所必须要有这笔预算的支出哈，跟使用。那所以请委员会能够会与同意来解冻，同意动之。那以上报告。好，谢谢啊。现在报告完毕，进行询答。因为我们今天上午啊，那么还要再处理这个解冻案了、啊，所以我征询各位意见，就本会委员发言时间10分钟，然后非本会委员发言时间6分钟，
好不好？好，那我们就十分钟、六分钟均不再延长，上午十点截止发言登记。现在请登记第一位林德福委员发言。主席，各委员同仁，林秘书长还有与会各列席官员，我想主席以后哈，这个要是你看到那个里面的报告很冗长哈，主席应该要提点一下，就是说，这些内容让大家自行参阅，但是就是要首长把里面的精髓带一下。好，我以后每次请、好不好？好，我认为这样才不会，我们很多委员都坐那里足足。读了交半个钟头，好不好？谢谢。报告以后报告越久了，就 越不容易通过了。谢谢。那个，请那个秘书长好不好？林秘书长，来，麻烦，不用再行礼，谢谢。林委员好。秘书长早，我请教你哈，你对转型正义有什么看法？这个是必要的嘛？必要的哈。那个秘书长。民进党总统当选人蔡英文女士接受《中国时报》专访的时候，这个她表示说，她将要在最短的时间里面处理转型正义，并在总统府设立这个调查和和解和和解这个委员会那请问新政府将推动转型正义，你认为司法院应该要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当然这是政策看如何决定嘛，那一定会有一个相关的 法律的要执行，要可也要修法或是要怎样来执行落实嘛。那我们看政策的决定跟法律案的一个修正以后，司法院该配合的我们也会配合。不过通常当然如果涉及到案件的话，那基于审判独立还是要有适度，对于法院审判独立的一个适度的一个尊重。秘书长，因为近年来台湾司法形象这个可以说真的是被打趴，这个所谓判决不合，这个国民法律的感情为由，这些恐龙法官啊，这个有钱判生无钱判死，成为许多国人给法官们的一个印记。那请问你认为要如何来修补改变目前民众对司法的信心？依您看。民众老百姓对司法的看法很多是从媒体的报道而来的，因为毕竟大部分除了当事人以外，绝大部分的民众他们是没有亲身去看到案件的卷证的一个资料，也没有看过案件的卷证资料，也当然他们也不会参与这个诉讼的程序。单纯媒体的报道来评断一个案件，我认为这个资讯是不够的。那同时我们的民众也对于法律的程序并没有很充分的一个了解，诉讼的程序有它的法律受到法律的限制，比如说刑事案件它基于这个证据的原则，基于无罪的推定，基于法律这个程序正当法律程序的要求，有一些证据一般老百姓认为说好像这个是真的，应该是可以扯采的证据，在法律上，在诉讼上面，在法律的规范上面，因为违背了一些程序而没有证据。简单扼要的所以、这个、提就好了。那个我再请教你我想提出这个转型正义的同时，你认为司法体系是不是应该有改革这个转型的一个必要？您看。司法体系目前要如何转型改革啊？改革对，一个改革，你要让最起码你要让民众有感啊，因为民众其实他们认为很多这个判决以后，让大家感觉说这个法官就是恐龙法官而且在有的人他一直认为说好像变成有钱判生无钱判死。这个样子啊，这个第一个就是民众对于诉讼案件对于法律的规范并不是充分的了解，所以我们要对民众要对于法律的规范要加以一个宣导然后另外就是第二个就是人民参与审判，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唯有他因为借由参与审判的程序，他才能够充分的理解
法院在审判的时候有哪些要受到法院受到法律哪一些的规范，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方法。好，那个秘书长，转型正义主要方法包括了审判啊、赔偿啊、没收财产、调查真相、纪念等等、哦、有的国家只采用一项啊，有些国家则合并采用多项、哦、那请问你认为台湾适合哪些转型正义 的方法？那这个就是看看我们整个社会哈、哦，这个期待是到哪里嘛哈、哦？我们司法院作为一个司法本来就是一个非常是一个不是一个主动的承办的案件的一个机关，是一个被动的。那个秘书长，我再请教你进一步哈、哦，如果转型正义这个方法实施不当的话，那是不是也应该要有一些救济的管道，才不至于变成流于民粹？你的看法呢？ 对，任何的施政的作为啊，都应该要考虑委员所指教的这个部分，是不是？这个最起码你要一些配套嘛。所以说，司法院，我认为你们在这方面一定要有一些主张，有一些看法。如果适当的时候啊，符合司法的一个角色，我们的任务，我们符合我们的这个性质的，我们也会适当的提出来啊。那个秘书长，转型正义是迟来的正义，有可能会违反信赖保护原则，哦，而且为了必须以体制内的方式来实现，哦，也应该要符合正当的法律程序原则，哦，那比例原则以及平等的原则。那请问为了实现转型正义，是不是可以违背或排除基本法律原则的一个规范？所有的作为都应该在哈，不要违背这个基本的法律的规范，这个是一般的共识是这个样子。那如果要是说不能违反哈，那又要怎么样实际去体现？你的看法呢？所以这必须要两者之间是很难的工作，互相来权衡嘛，哈。那个秘书长，是如果可以违反，那么适用的范围是不是应该要有明确的一个限度？嗯，是的，是不是这样子？嗯，秘书长，因为媒体报道哈，司法官录取率只有1%上下，哦，但是录取人员呐、啊，这个普遍呐、啊，就是比较年轻，哦，那缺乏一些社会的经验，哦，那屡遭外界来批评，那称为这个奶嘴法官。那请问你认为真的有奶嘴法官的这些问题吗？依您看，法官的录取率年纪比较轻哈，当然是社会经验会比较不够哈。说他们是奶嘴哈，当然是言过其实了哈。不过确实是在社会经验上面哈，是显得比较不足哈。那个确实是有这样。秘书长，如果有的话，那是不是年龄与适任状况成正比？依您看。不见得完全是了哈，不见得，不见得哈。当然也有很年轻，但是非常的优秀，年纪大的也不见得就是所作所为啊，都符合社会的一个期待嘛。秘书长，因看人呐、啊。考选部哈、哦、说，近三年司法官录取资料显示，都是集中在25到26之间，26岁之间呐、啊。那两年前考选部曾严拟司法官考试，这个应考资格要变严。比较严苛，那最后你采取双轨制，也就是除了原来的考试资格，再增加工作经验组。那请问你认为目前，这个司法要改革的这是年龄，还是工作经验，还是连结度？依您看。这个要多管齐下了哈、哦，就是说年纪，因为他有社会经验是比较从事司法工作是有帮助的，但是也要看他所做的那个社会工作经验到底是什么。有的社会工作经验对于司法工作不见得有注意啊，哦，所以这个部分是很要去审酌的。那你认为这个是年龄哈、哦，这个还有工作经验以及连结度，你认为？都有一部分的关联性啦哈，每一个部分都有一部分的关联性啦。那考选部呢提出来的，其实我们主要的诉求是说，目前司法官的考试呢是都由这个就是考试是和法官跟检察官是合一，然后训练也是合一，这一部分我们的主张是希望能够
训练是由司法院自己来训练我们所需要的法官，这样我们才能知道说究竟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法官，由司法机关自己来训练比较能够符合我们的需求。你们不是有一个司法官训练所吗？司法官训练，司法官学院，那个是属于法务部的，是行政院下面的。那我们自己司法院也有一个法官学院，我们是有能力来自己单独的进行法官的训练，所以我们希望这训练法官的训练能够由司法院自己来做。好，最后一题哈，我再请教，当然了，司法院不反对将这个工作经验，因为媒体报道说司法院不反对将工作经验也纳入应考资格，但是希望改成这个分考分训啊。这个也就是法官和检察官要分开考。对，就刚才我提到。那请问工作经验为什么和法官职务适任性有绝对的这些关联？不是绝对关联，就是当然有工作经验。现在是说，法官太年轻了，没有社会的历练啊，没有这个工作的经验，不了解这个社会普遍的现象。那所以因为这样，就是为了增加他的社会的一个历练呢，希望他有一个工作的一个历练。那当然，这个工作我刚刚也讲了，这个工作要对于司法工作有帮助的话呢，那最好是有像这个中间要有一个关联性了啊，否则的话，你做有一些工作是对审判工作是没有注意的。因为如果用人机关要求应考人具备工作经验，那是不是应该要说明有哪些工作经验是必要的？对，有哪部分？对，是不是？对，这个我们也有适度的一个说明和会。好，谢谢，谢谢哈。好，谢谢秘书长，谢谢林委员。我们接下来请柯建铭委员发言，时间十分钟。主席，各位委员同仁。请林秘书长，请林秘书长，辛苦，谢谢。柯委员早。啊，秘书长，我看你今天来报告还是很认真的，好，弄得大家觉得时间太长。那我在旁边看，回想过一些事情了，好，记得政企专案的时候，好，造成赖前院长下台，啊，那才有你和新的院长上台哈，所以大概你已经上任五年多了吧？五年多。今天坦白讲，今天是一个很尴尬的时刻，因为请你来报告两个面向哈。当然，解冻案是一个哈，四个面向，有关于立法计划，这些立法计划都相当敏感的。而且相当尴尬。我们不知道说到底哈，未来你的任期还多久，都没有人知道，啊。那因为整个有些是牵扯到政治，这从头开始讲，应该讲到就是说，谈到立法计划的时候，包括你刚才在和林德儒对话中间，你认为官审制是一个非常重要。可是立法院过去司法委员没有人赞成嘛？将来新的总统要记得今年一月二号，啊。我们蔡主席在电视辩论的时候，他讲过一句话，说司法改革是总统的责任嘛，将来他要以总统能量来完成司法改革。换言之，就说未来有一个司法改革会议，当然现任总统对于司法改革他承担起这个如果后面的责任，这个是很对的。全国对于司法改革的看法是怎么样，又是很重要。那整个司法制度包括所相关的法令的修正。这个全国司改会议的时候有一个大共识的时候，尤其政权移转嘛，所以谈到所谓的立法计划。那现在说讨论，你现在所谈的这些立法计划，我想大家都很清楚，就过去一直没有完成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应该是比较敏感的，就是说司法院人事的问题，政务院长的问题，到底政务院长的气流，没有人敢问这个问题。司法院政务院长没有任期制吧？他没有他的聘书上没有任期，不过程序大法官有任期条文，大法官是有任期的。当年就是我去见赖英照前院长，就是说你要辞院长，但是大法官不要辞，但是他还是辞。我想中间有很大的问，很大的他难言的地方。我记得那时候我还去
还没正式专案以前，我一看赖陈院长，我说，假如你这个郑院长当完的时候，你要为历史留下什么东西？我就劝他好好把刑事诉讼啊，有关人权部分好好修。到目前为止，还是在立法院还没通过。所以那时候他只提了速审法，那速审法还没以后他离开了。那你上来以后，当然我们来看这段五年多的时间了、啊，持媒而论哈，你们是也有做一些事情，不能说完全没有，啊、哦，那当然包括法官法、家事事件法、法院组织法、司法院组织法等等哈、哦，包括冲突最大保密护案的问题哈、哦，那现在还有那个量刑系统的公开，这些东西当然就是有一些改变，那未来整个司法制度、整个司法改革还是和人息息相关。那现在我问你一个问题：去年十一月的时候，正在选举的时候，有一则新闻，就是说赖院长希望你去当中央法院院长，结果马总统不同意。那赖院长为了这个事情愤而提辞辞职书，这个是事实吗？报道是这个样子。哎，符合实情的哈，我要么只要讲话对一对的，对吧？报道是这样，应该实情也是这样。我看，所以这个就看得出来，这个未来人事上，坦白讲是，好，赖院长到底不继续任院长哈？这当然，现任上大家现在这种最敏感。哎，我看这样的看法，你认为赖院长他是练剑植物的吗？他不会练，不是一个练战的人。金牌共哈，嗯，不很尴尬。既然不练战的话，他可能。未来五年以后，他可能是院长，他不做了，有没有这可能性？这个要问他。这个是今天最敏感的问题啦。我想，所有的司法改革是看人呐，啊，那我知道司法院长期以来院长、副院长之不和，大概都是苏永清在决定的事情，所以中间有一些，啊，内部有一些矛盾冲突，这些都是将来都是要一一面对的，所以人事是最重要。几乎现在可以来讲哈。可以对于这一任的院长、副院长乃至于你秘书长哈，可以差不多可以盖棺论定的。不管人换不换啦、啊，未来中国司法改革，全国司改会开下去，当然有不同的对于司法改革的面向会出来嘛，一定会符合社会期待嘛。那昨天司改会也开记者会嘛，啊、哦，他甚至对于未来司法院长都开 spec 出来，啊、哦，都看谁有条件是哪种条件。当然，就是未来总统权限以及跟司法院院长、副院长之间的啊之间如何去谈，如何去磨合这个事情。从这里回来，我们来看你今天的所谓的立法计划。我们还是在这里，你有我刚刚听你讲话有一点矛盾。你既然就是说未来县政府决定什么制度，那我们现在有些委员提出来就啊。准备条例，你又反对准备条例，那你要说这个尊重新的政府，未来新的政府，但是你现在你同时在说还在说这個、官场制很重要，这、就是矛盾的吧？所以我认为哈、嗯，你们从上一届一直在推官场推了这么久，反正声浪这样大，而且表意不表决，都是所有问题，没有啊没有起诉状一本等等，没有配套一修。你这个官场制，坦白讲，没有人会赞成的，哦，所以，秘书长，我在这里还，但你立法计划里面，你还是写到要，只要有官场制嘛，还是写到有官场制。我是想人民参与审判哈、啊。你在推你的官场制啊，这啊、哦、这很清楚吧，哦，所以对于今天的整个立法计划，我就觉得哈、哦，你自己看稍微看一下。大法官审议案件法，最大问题在什么地方？大法官审议案件法为什么没有过？就是宪法书院的问题。对，宪法书院嘛。那在宪法书院，你们一直不让的话，到我想这个法，这是未来还是未来要整个司法改革要去谈清楚啊？我不知道你这一届到目前为止是没有送进来嘛？嗯。你准备再送进来吗？是希望能够送进来、啊。你要不要再送进来？啊？大法官审理案件法，要送进来啊，要送进来还是卡在宪法书院嘛？宪法还是说可以讨论的。倒是刑诉啊，那个刑诉哈、啊，这个也是要再重送了。
那虽然现在有些委员也提了哈，那刑事时代，那符合两人前公约的刑诉哈，这个是要大修大看的，啊。另外有关于防疫组织法，大庭到底一阶二阶也是未决啊。这个没有未决，上次讨论已经超讨论到一点五阶了，大部分决定是一阶段的啦，哈。我相信等一下有委员会问你哈。嗯。只有说法官法对于法官这个评鉴制度似乎那时候协商还有点焦急啊，啊，那当然我是觉得你们比较务实的来讲的话，那现在应该面对的就是说，整个全国司法改革会议由总统来主导是全国司法改革会议，那这个是一个啊历史的机会点，这个会议的结论才能够定调出来将来整个司法改革面向，所造法案的上礼拜。在这段时间，坦白讲是一个非常尴尬，你再怎么讨论都不没有用的。那本期到比较 focus， 你应该是现在面对一个问题，就是有关刑诉，我们那司法委员会排过了啊，没收这个，到底采严格证据好还是自由证据，还有有关于保全扣押的问题，这个赶快去厘清。这个因为司管法以后修的第三没收的问题，这个才是你们现在你送来又是甲乙两案，这个是最实际的，这不牵涉到整个大制度的改革，那是一定要面对。那这样面对的时候，送进来又甲乙两案，你看法务部又不同意见，所以你不要去舍谈什么这些什么官审制啊，舍谈这些啊，这个问题先好好处理。而且迫在眉睫，因为送进来是七个版本是甲乙并甲乙并存的、啊，这个是很急哦，因为这典型的二审一判下去，你这个法没有过，你根本扣押不到他，这个是有时间压力的、啊，所以我就觉得你现在赶快花时代能够做的这些大面向问题，我想都很难。那最重要，未来司法人士的问题，可能是会一个最里面最关键的问题啊，这个是最敏感。那以过去赖英照曾经为了你的最高法院院长请辞，这个趋势看起来，我想他虚任有一些轨迹的思考可以来看待，这样听得懂吗？正副院长到底会不会留，才是最后的关键的，才是整个司法改革未来要做，这些才是最关键的问题，好不好？嗯，好。好，谢谢秘书长，谢谢柯委员。我们接下来请周晨秀霞委员发言。周晨秀霞委员发言之后，请尤美女委员来这个主席台来替我主持啊，谢谢。主席，各位同仁，先请我们司法院秘书长林秘书长。林秘书长，谢谢。周晨委员早，秘书长早哈。秘书长今天呐、啊，想要跟你来谈谈家暴的问题。哦，好。你觉得目前我们台湾这个家暴问题，你觉得严不严重？有一定程度的这个存在了哈，因为报纸上也常常有这个报道哈。根据我们卫福部调查哈。我们这个台湾女性呢，哈，被家暴的有25%之多嘛，哈。那去年一年之内也有大概10%左右是被伤害的，哈。这样子的比例来讲，哈，应该算蛮严重的。对，哈，嗯。所以，我希望我们司法院这边对这一个问题，哈，来特别关心一下，哈。那为什么？那个民众对我们这一些司法不信任是为什么？今天我举一些例子啊，来跟秘书长说一下哈。今年2月25日哦，台湾汐止十字遐哈，十字遐有发生一个翁婿夜倒啊，哦，甲因某砍伤这个问题嘛哈，这个伊嘛是已经是提出那个离婚诉讼，正在诉讼中哈，造成了他妻子头部重伤哈，
然后3月4号又发生一件，伫个嘉义大拿遐吼，这个搁较食力，这个是叶波头吼，叶波头去迄个甲伊的同居女友吼砍杀啦吼，然后他切腹嘛，哈，还有一个3月10号，这个搁较严重，这个是叶庆走去这个十字，哦，北上戏子，用这个行刑式的这个方法，哦，向呢他的这个妻子的头部开枪，哦，所以造成他死亡，哦，这些秘书长你应该都有知道嘛，哦，知道。那这些案子他们都有申请家暴保护令，那为什么还会这样有这个情形发生？因为这个就有一些是像以细子的这一个案来讲哈，他有申请哈，他有申请民事通常保护令，在法院是103年12月10日有发给他哈，那禁止他烧了，那个后来好像时间已经过了以后，他也没有再申请啊，哦，没有再申请，哦，他没有再申请，对。有一些是这个样子，哦，那当然保护令发了以后，哦，但能不能遵守，哦，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哦，能不能遵守这是这样啦，哦，我们的相关单位，哦，有这个责任要去帮忙追踪，哦，我们这个防治法，哦，家暴防治法22条里面他有说警察机关应依保护令保护被害人至被害人或相对人 之住居所以确保他的安全，啊，不过这个家暴被害人吼，你看去被追杀，还是搁太受伤吼，这个问题吼层出不穷。对，所以我们相关单位啦，相关单位一定吼要尽到对应保护的责任。对，秘书长啊，请问你吼，咱未来咱这个家属法庭吼，要安那跟咱警察机关加强吼联系，来确保这个被害人的这个人身安全呢？依照刚才委员讲那个家暴法里面规定哈，警察机关执行了以后，他要写，他有一个报告，应该要给家事法庭的哦，要给法院的。那像这个联系就很重要哦，对这一类。但是因为家事法庭他处理的案件不是只有这样呀，他的案件是类型是非常的多，但是这只是他的其中的一项而已哈，所以重点还是在落实哈，就是警察的部分的一个确实的依照哈这个家暴相关的规定来执行，是落实，就是确实是对这个是最重要的，这必须要一定要对一定要的。咱民众对咱的司法的这个观感不佳吼，这原因真侪吼。我伫遮举一个例吼，有民众申请到最高法院吼，这个案号是台至上第2016号民事判决啦吼。我举这个例来讲，他的判决驳回当事人吼上诉，却完全与智慧财产法院民专上至第58号理由相同。判决书中针对当事人上诉的事实理由不予以说明，不采理由，这个显然已经有判决不被理由的这一种事情发生哦。虽然当事人他有提起再审，并且已经受理，但是这个伤害已经造成了。你看未来要如何避免这类似这一些的情形发生啊？最高法依照那个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最高法院哈，他这个像有人讲，这个应该是裁定驳回的哈。他在就是他是确实是可以哦，就是写得很简单了哈，就是结论是驳回的。那这一部分当然也有很多人反映了哈，说这样的话好像不够充分，不过法律上面是准许他这样做的。但是伤害已经造成了，也造成人家很多的麻烦啊。这还有一个也是我们台北地院民事判决的哈。这个主文是将被告与原告所有之房屋门牌物质啊，哈，它是物质的，变成漏水的被告修自己家的卧室与没有漏水的原告家的浴室。这个秘书长，请问这个虽然有判决有问题，可以上诉救济，对，但是你看，这跟我说的一样嘛，他当事人的伤害已经造成啊，
这样的司法，难怪大家都普遍的民众都不信任，是不是？嗯，司法本来就是一个被动的哦，你一定是有案件发生到法院来请求那个要解决的方案嘛？那这个都是以案件事实上的这个行为已经，比如说这个漏水的问题已经发生了以后。两造没有办法解决才来法院来请求来解决嘛，所以本来就是已经伤害发生，它是一个事后的一个解决的一个被动的一个解决的机制。但是我们这个裁判啊，裁判品质方面啊，一定要注重，一定要注意一下，你不要你裁判品质不好误判了、哦、然后再民众再来上诉、哦、再来救济，这样都造成很多的麻烦、嗯、对不对？对，也造成他的二次伤害。对了，对，如果能够尽快的一次就解决的、哦、那当然是最理想啊。如果真的是误判、嗯哦哦、这一个方面，秘书长，你觉得这一些法官要不要做一些惩处？还是因为误判的关系，这一些法官要不要，民众可不可以向他来求偿？有没有误判？那当然就是你上诉审去救济嘛。啊，确实有没有误判、啊，这个要个案来看嘛，哈、嗯。那现在也有对，如果法官确实是有没有什么责任，也有很多人啊，当事人呐、啊，在判决确定以后来请求来对法官的有个评鉴啊，说里面有违背诉讼的一个程序啊，以致导致诉讼的结果怎样，还是有他有一些机制哈、啊，可以来检讨哈、啊，就近这个法官的这个法律的一个适用诉讼程序的进行哈、啊，有没有违背规定，是有办法来看来追究他的责任的。一般来说哈、啊，迟来的正义都不会是正义的，嗯。啊，如果迟来的正义又不是正义啊，你看那个当事人不气死才怪。对的，一定是。那他气死是活该，是不是？那、啊、当然不是这样讲。我们司法院，我们这个司法单位，不是迄、那个，不是机动，不是当机嘛，不是算命吼，算命因会当算算的啊，我的你的命运怎样给你不负责，当机嘛是同款，起动吼，也当开户啊，你吃开的伊嘛无负责任啊。但是我们司法单位不一样，不可以这样子，是不是？对，当然不能这样。不过司法单位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说证据裁判原则，要看证据嘛。啊，你证据，因为他不是当事人啊，你要看原告跟被告提出来的证据到底哪一个多嘛。啊，有时候是这样，这个明明会胜诉的人哈，因为他没有办法举证啊。啊、所以以致他失败，但是法官不是神呐、啊，他没有办法去知道说当事人啊，我一定要证据来裁判了、啊，就会导致那个结果是这样。我们希望的是加强品质方面、嗯，不要再有一些误判的情形来发生了。如果是严重的误判，那也做假了的。嗯，对了，再来谈谈一些缓刑方面的问题。嗯、我们缓刑是对于这些初犯等轻微犯罪哦，暂缓宣告刑的执行嘛。如果犯人在法院宣告缓刑期间不再犯罪，那就不再执行。那如果得以加上有完善处遇与辅导制度来配合，那一定能够发挥刑法制度上的功能。敢是安尼？对对对，委员讲的对了。嗯。啊，咱今年你敢知影今年咱这个地方法院的缓刑率有偌济啊？比例啊，啊，我爱查一下再知影，因为数据没有记载。这里有一张表了、啊、哈。今年的迄个缓刑人数有6800几个啦，吼，缓刑数啦，吼，复合有6000多，那缓刑的人数有1400多啦，比例是20%，吼，那平均是20%，但是桃园有46%，高雄38%，台北33%，啊是安怎？台南13%。因为个案不同哈、哦，那确实各法院的差异性还有一些差异性，而且要不是说就法律规范是一个原则哈、哦，就是说你受2年以下徒刑啊，拘役罚金的宣告，那有相关的条件，你可以宣告2年到5年的徒刑。法律跟他攻击的原则啊，但是实际上个案哈、哦、不一样。我觉得南部、尤其是台南那边哈、真的是那个比例比较低啦、啊，人权是平等的啦，所以我希望法院在这方面哦，那个可以缓刑不可以缓刑的哈，我们要平等对待，好不好？对对对，
不要有高低之分。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好了，究竟什么原因造成哈、哦？这个就是说，除了个案的因素以外呢，哈、哦，是不是？我是怀疑为什么这普遍的好像比较低哈、哦？我们再来了解哈。好，谢谢秘书长，谢谢周纯委员。我们接下来请蔡毅宇委员，蔡毅委员十分钟。我们请秘书长。请秘书长。蔡委员好。秘书长你好。秘书长，我想先请问一下哈，因为现在在我们全国哈，现在包括嘉义跟基隆哈、高雄都有在试行所谓人民参与审判。人民参与审判，但是现在人民参与审判这个制度哈。在现在普遍民间认为说，我们现在所推动的人民参与审判跟日本齁以及跟韩国所谓的一个参审制，它还是有本质上的一个不同齁。那我们现在大家是把它定调说它是比较就是叫做官审齁，那只是说我们司法院把它叫做人民参与审判。那我第一个我会质疑说，这有一点像是用名词把它哦，你用一个名词把它套在叫做人民参与审判，那就很像是日本跟韩国的一个参审制，可是事实上它本质上还是不一样哦。那我想问一下秘书长，你可不可以说明一下说，那我们这样试行的一个结果，那秘书长对有怎样的一个心得吗？其实不管陪审、参审，或是我们司法院推的官审哈，姑且称它官审，这个它的本质都是人民参与刑事审判，那只是里面的这个诉人法官哈，他有没有对于案件有没有决定权哈，那个有差别啦，就是我们有没有最终的一个决定权有差别哈。那陪审的话是全部的事实的决定权全部都是给诉人法官在决定嘛，参审是法官跟诉人法官同时来决定，就有一定的有比例不一样，有的是比例不一样。那官审的话是说，我们才两阶段的表决，第一阶段呢，诉人法官自己去评议，多数的意见要提供给法官第二阶段来表决，法官的表决要参酌哈，诉人法官的多数决定。那法官可以完全不参酌吗？当然可以，因为毕竟他是一个职业的哈，然后依照我目前哈，所以秘书长，我这样会认为说，他这样的话，这样的一个制度设计，就是说我们花了这么大的人民的纳税钱，那结果就是让这一些人进到法庭，结果他们只是写一份他们的心得报告。好，这个新的报告给未来要审判的法官来做决定，来做参考。好，但是你也可以完全不理他，你还是可以照自己法庭的自由心证来判断。那这样的话，是不是跟我们让人民进入司法院的本质还是有很大的落差？秘书长，我这样讲你同意吗？不是这样的哈，他这个不是说单纯的新的报告，他这个多数的诉人法官的多数意见，法官要不要审酌哈？你不采的话，法官在他的判决书里面要交代。如果是新的报告的话，他不要可以不管他，但是他要交代我为什么不采啊？这个那在韩国，因为我们判决书看很多的嘛，他不采的话就说哦这个官审员他们所做的见解哈，龙有未洽，这是你的发泄啦。因为目前还没有正式的实施哈，所以将来判决书要怎么写，我看现在还没有人知道。不过哈，一定是跟现在不一样。好，那我还是认为说，这样的一个官审制，它真的是没有到达说我们大家所期待的。这个法庭哈，公开法庭透明，让素人可以进入法庭内，我觉得说现在距离啊还很远呐，而且它一样是要花经费，好，那改革不要做半套，好，我们是不是请秘书长这部分再好好思考一下？好啊，当然这部分的修法是需要透过立法委员的修法哈，不过我们请秘书长可以斟酌这一点。那第二个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哈，台湾的司法普遍不被人民所信任。中正大学的一个调查研究报告说，有高达
84% 的人民对于法官的判决是不信任的，有高达71%的人民对于检察官的起诉也是不信任的，这个都是非常高的比例。好，所以可以说啦，律师也差不多啦，律师也都不被人民所信任了。整个司法界，整个司法界变成说，台湾人民最不信任的是谁？就是学法的人。所以我认为说，这部分的改革是需要大家一起来努力。那我先举几个例子，这个在台东啦，过去有一个空军的一个蔡学良，蔡学良的案子，他这个案子中，因为这个蔡学良他在军中，他去靶场，他去打靶，打靶后，后来他就死在靶场。那后来台东地检署以及法医的一个认定都是说他是自杀，他是自杀。但是这个蔡学良他妈妈，他对于这个自杀这个鉴定的结果，伊无法度接受，所以他大力奔走，甚至他到国防部绝食了，我这样粗算起来，他大概绝食了4次，每一次都超过一个礼拜，每次都超过一个礼拜。那也因为他这样一个奔走的结果，让司改会、民间司改会很多力量都去声援他。后来他在他主要他的诉讼有两个，一个就是所谓在台东地检署，他提出了这样的一个刑事部分的诉讼。那后来他无法接受，因为刑事的部分就是都不起诉，再议也都失败，他无法接受，所以他另外提出了一个国家赔偿，国家赔偿就是民事诉讼，民事诉讼一审也是败诉，在二审的时候，大家的努力之下翻盘，二审翻盘，认定蔡学良是意外死亡，就不是自杀了，认定他是意外死亡。后来最高法院也同意了这样的一个看法，认为说他的死亡跟所谓自杀是有距离的，因为你从所谓的枪的一个弹道的比对，以及这个他蔡学良倒下去后，这个枪所摆的位置都跟自杀是不符合，所以把他认定他叫做意外死亡。当然，就蔡学良的妈妈而言，他还是无法接受，意外是怎么意外法没有交代清楚，那但是至少民事判决已经定验了，他叫做意外死亡，所以赔偿了给他部分的一个赔偿金。那我想请问的是说，那如果有这样民事跟刑事判决不一致的情况之下，民事部分已经定验，是不是可以构成刑事部分再起调查，让这件事可以有更真实的一个真相可以还原？他这个刚刚委员讲这个案件，他的刑事的部分是没有到法院，只有在检察官侦查，他申请再议，然后驳回嘛，就确定了 是这样的，那要看这个刑事，那跟民事案件是认定这个意外的死亡，对，那究竟能不能就已经在意的已经确定的这个案件，像要看由检察官检方那边来处理啊，看有没有构成刑事实行证据。我要强调就是说，台湾的司法不被大家所信任就是这样，他这个判决的一个结果永远是需要当事人努力到什么程度他才能争取到他要的一个判决结果。在刑事的部分，早期之后他一个人在忙，没人社会都没人关心，结果刑事就定验了嘛。民事的部分大家就开始关心，说他这个真的是所有的媒体都有报啊，说你说他自杀真的太怎么自杀怎么打、在靶场啊，那个 T65 这么长要怎么自杀、而且是从那个口腔这边打进去的，然后又无法比对出有所谓指纹的痕迹，他的手上也没有烟硝痕，所以就后来去经过多次的一个法医的一个认定结果，才有一个翻盘的一个结果。但是这些事情不应该是蔡学良他妈妈在民事的部分自己找证人、自己找专家来法庭做说明，这部分是不是刑事的部分？刑事部分法官基于职权调查对被害人有利的证据，这本不是本来就应该做的吗？这检察官犯罪侦查的时候是应该做向委员指教的这个事情啊，因为这一部分没有到刑事的案件，刑事的部分没有到法院来了，他这个是检察官的犯罪侦查。秘书长，你这样讲话我会很纳闷啊，因为我们现在法院组织法，我们法院组织法又把检察官纳入所谓司法院的一个系统。不是，那到底检察官他现在到底是
检察官啊，这个就是，所以我们也希望说哈、啊，检察官因为目前的名称叫做像台东哈、啊，台湾台东地方法院检察署，我认为这是非常不好的一个，很容易导致误认的一个名称了哈。这个名称啊，因为挂了一个法院，其实它跟司法院一点关系都没有，它是属于行政院下面的机关呐、啊。所以秘书长，法务部你认为所谓检察官就应该要退出司法院这样吗？退出司法现在他现在就不属于司法院，他不属于检察官。目前他是法务部所属，法务部是属于行政院下面。审检分立民国69年就已经审检分立已经讲很久了，69年确实是。但是我看实务上的一个运作哈、啊，都审检分立的原则是不存在的嘛。我在问罗英雪部长的时候，确实是存在。我在问罗英雪部长的时候，他就说这部分属于检察官，所以我不方便就个案表示意见。罗英雪的时候，他也是推嘛，所以我觉得台湾的审检分立到底原则是定义在哪边啊？有是审检分立，就是这两个部分的，就审判单位跟检察机关哦，这两个隶属是不同的。所以秘书长，那我跟你确认最后一个问题哈、哦，你认为以后的检察官应该把它证明，不要再叫做台东地方法院检察署，我们应该把它叫做法务部检察署。不管怎样，就是不能挂法院的名称哈、哦，法务部台东检察署。这样的一个证明后，才能把他们所谓检察官跟法官以后的权责必须要做好清楚的分类。那司法官考试的时候，也应该就检察官跟法官也是要来分哦，清楚、嗯、是不是这样是比较正确的？名称地检署的名称哈，只要不要有法院就可以，就台湾台东地方法院检察署啊、地方检察署哈，太好了，台东地方检察署、这样就可以。好，谢谢。那考试也，我们也希望分考分去。OK，、啊、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秘书长，来，谢谢。好，我们接下来请周春米委员发言，时间10分钟。主席好，各位委员同仁大家好，我们还是有请那个秘书长，请您秘书长，谢谢。周委员早。早哈，秘书长。那今天司法院有提专案报告嘛？那大概就是5个案子，我再来跟你确定一下，现在你们打算研拟的这个人民参与审判准备条例，准备条例嘛哈、這個？我们是希望能够不要有准备条例了哈，大家自己来直接来讨论究竟人民参与审判要怎样的一个形式哈。那现在如果把这个准备条例准备这两个字拿掉，人民参与审判，我想跟你确认到底人民在这个审判的角色当中有没有决定权，还是只是一个参观或者是让他透明让人民知道法官在干什么的一个角色而已，再跟你确认一下。依照那个就是我们曾经提出来人民这就是官审制度哈、嗯、是最终的决定权是没有哈，是没有哈。官审啊，我现在是要请教秘书长说、嗯、你们现在提到的参与审判准备条例草案里面还是准备嘛，那到底人民有没有这个审判的决定权？这个参与准备条例不是在讲有没有决定权，而是说我为了达到为了这个将来落实人民参与审判这个制度，那我们来模拟集中的情形，主要是这样的情形。所以这个模拟的对，三种嘛，准备条例就是三，对，各种方式都来模拟哈、哦，这个是准备条例的内容。所以现在司法院还是没有一个明确说，我们还是在考量官审的，还是说呢，再看来接下来有没有参审或陪审？司法院还是没有放弃官审就对了，这个我们还在讨论中的哈，因为从这个101年这个条例出来了以后哈，也经过了这么几年哈，现在105啊，4年嘛哈，确实啊，经过好久了、这个对，这经过了这几年的这个我们各项的实务上面的模拟呀、啊，然后这个推广啊，这个观念的宣导哈，是不是？经过这个4年以来的哈实务运作，可以啊，社会的氛围啊，可以接受更进一步。我大概可以理解你，你看你想要回复我的内容，我的看法了哈，是说这个官审，我记得是苏副院长提的嘛，在4-5年前就提了嘛。对。那司法院现在也
这么多年也动员了很多的法官、法院在模拟、在推，大家都很认真呐、啊，哈。只是我们比较怀疑的质疑是说，花了这么多的资源在做这个官审哦，到现在这个案子显然好像也没有被一般的普通的社会大众接受嘛。从早上几个委员质询下来，大家都不能够接受这个官审制嘛。我比较质疑的是说，这么多年了，这样的一个制度为什么不能够赶快转弯？花了这么多的资源，本席的态度意见是这样子。那这个就是要跟委员报告。委员的看法是一个，然后我们也做了好几次的民意调查，不是我们自己做，就委托这个公正的民意机关来调查。百分之几乎了哈，平均呐，大概75%以上的那个民众哈是支持官审制的，75%以上的哈。几次的，我就是说讲的民调哈，民意调查，因为我们做了好几次的民意调查，大概不下那你的贵院的民意调查显然跟我们一般的认知还是有差距的。一般的认就是民意调查的结果哈，跟就是说也许司法院有把这个事跟人民讲吗？为什么大家还存在这么多的疑虑？因为哈，老百姓啊，对于这个参与审判是既期待又害怕。他们希望能够参与审判，但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哦没有经过法律的一个专业的训练，要来判人的判断人家的财产的权，要人判断人这个有时候要进去关了、啊、有罪无罪，他认为是这个责任太重大了，他没有很大十足的把握。如果有一个法官来做最后的把关，他愿意表达意见，但是不要做最后的决定，有一个法官来把关的话，他们比较放心了。我也参加过评论，担任过评论员。其实就是说，现在大家一直讲司法改革，司法改革，哈，那就是参与审判嘛。那显然司法院是比较广义的参与审判嘛，让人民来进来法庭来看嘛。但是让他看完之后，也许人民自己会自我限缩，他会害怕说他在这个法庭上一天的法庭上，他得到的事实、得到的证据足不足够让他可以做一个正确的裁判嘛？那现在司法院还是认为说有75%的人就是认为说还是官审比较好吗？对呀、啊。就是大致上讲起来，就是平均的这个民调来看哈，是大概是70%啦哈，都是70%啦。好好，这个议题都赞成这样官审制度。我想这个议题是全国人民都关心了哈，那以后还是有机会再讨论。我接下来再就今天的专案报告提一些意见哈，大家有提到这个家事扶助了哈，那。就我了解的了哈，就是说现在家事法院当然他的审理有他的想法，还有相关的法律规定跟一些用意，但是有时候贯彻起来哈，我要跟秘书长说，很多的家事法庭啊，法官都不开，就把案子排给调解委员去调，调到不能调，调解委员调到不能调，要送回法官，法官还是再把他送到调解庭去调。调解庭调完不能调，再送回法官，法官就把他派说，那你们去上课。现在如果今天那个夫妻他们要解决这个婚姻关系，没有办法协议到法院去，但是法院要走过这么多的程序，在你们的认知是说啊，我们提供一个让你们可以互相沟通了解的，去把这个纷争降到最低。但是有时候人民是想见到法官的、啊。有时候开了半年、开了一年都没有见到法官呐、啊，这个家事法庭的运作，我不晓得秘书长了不了解、啊。我想委员讲的这个东西是少数法官呐、啊，我的理解哈，确实是有人比较。少数法官是哪里啊？我自己待过的法院哈、我知道台北地院就有法官，他比较重视那个这个审前程序的那个諮商。好，他希望能够借由双方的这个諮商哈、能够解决彻底解决他们的，但是人民是要去法院解决他的问题嘛？今天两个人就是没有办法协议了嘛？对，到法院去，但是可能半年一年都见不到法官开庭啦，都还是一直在调解啊。对，这个确实是这样，老百姓也是，我有听以前也在。好，我希望司法院确实是有这样情形改进哈。另外就是今天还有提一个录音光碟的问题嘛，哈，
那刚刚秘书长的报告是说啊，这个驳回比例已经从85.2%降回58.19%了哈，认为说这个有大幅度的比例降低。但是本席来看了，就是说这个法庭的录音录影，如果符合申请人的要件哈，那期间内提出，他要申请这个法庭录音录影都有他的正当性必要性嘛？我不晓得为什么这个驳回的比例还超过一半以上。那就是我想第一个就是要加强法官的这个宣导了哈。我们也是一再宣导，就是说原则上是应该要许可的，除非有些排除的约定。为什么这还要加强宣导？这不是应该大家都知道的吗？法官应该都知道的吗？有一些就是说也许认知对于法律的那个认知上面哈，不是这么一致了哈。那这个部分确实我们也认为我们看这个比例还是蛮高的哈。交付法庭的光碟录音录影这个是原则性应该的嘛，为什么驳回的比例还这么高？对，确实啊，在经过几次的就是加强宣导以后，我们105年1月的统计数据是44.4%啦，又稍微又降了一些。好，那就请再努力哦。好，那另外再来请教啊，就是说支付命令这个修正之后哈，那当然很多人会提再审嘛哈。嗯。那我想请教秘书长，这个裁定再审的裁判费哦，到底是因为他之前确定是用支付命令确定嘛哈？那现在裁这个裁判费到底是要用民事诉讼法77条之七第一项，还是要用第二项啊？嗯。是要用第一项，就是说各省级来征收他的裁判费，还是把它当作是一个裁定，然后来征收这个裁判费？如果是以裁定的话，当然就是用裁定的那个费用。对啊，我现在问你嘛，如果我就确定的支付命令，我有再审的事由，我要来申请再审，那一开始命补缴的裁判费到底是要第一项还是第二项？一裁定啊，还是就是还是再裁定、啊哦？那我跟秘书长讲哦，就各地方法院裁的不同啊，有的用第一项裁，有的用第二项裁。好、这个部分请司法院注意。那我们来，我们来，就这个部分确实啊，法院的文书出来，法院的裁定出来 ，A 法院是说用第一项裁 ，B 法院是说用第二项裁。好，那请司法院注意。好，谢谢主席，谢谢。好，谢谢秘书长，谢谢周委员。我们接下来请许玉仁委员发言，时间10分钟。主席好，我请林秘书长。请秘书长，谢谢。许委员您好。秘书长好哈，关于司法改革啊，早上您报告的这个内容啊，我相信非常的详尽，我这边也给予这司法部持续的推动司法改革肯定。我想请教秘书长哦，您认为司法改革的最终极的目标是什么？就是希望裁判可以获得人民的信任。裁判可以获得人民的信任。我认为啊，司法改革最终极的目标是追求公平正义，保障人权。这一点，秘书长您同意吗？这也是哈，因为这样，我想这应该是最终极的目标嘛。嗯。今天台湾的司法制度不受到人民的信任，有这么多对台湾法治司法失望的声音，我想不单单只是说你要把法官判决这件事重新找回人民信任单一的问题。您现在在做的事情，攸关于转型正义，还有转型典范这个重要的历史的里程碑，所以我非常的纳闷，司法改革到底是玩真的还是玩假的？你这边可以跟我就这个问题好好的讲一下吗？当然是真的啊，是我们如果说啊，我们希望一个新的司法制度是保障人权，追求公开、公平、正义。那我想请问一下，目前的官审制度，司法院一直力推，花了这么多年这么多的经费，
在搞这个官审制度。我想民间的声音你都有听到，而且我不了解说你为什么会有70%的人赞同官审制度。在我所理解的声音里面，大家对官审制度认为它是半吊子，然后它是完全是司法体系不愿意放弃权力、不愿意放弃权威的一种做法。嗯，这个请问为什么你会觉得这是一个最好的制度？说实在，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哈，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机关哈，要对于各项的政策哈，要负他的责任。我们没有人民参与审判的经验，哦，我们实务上面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我们的老百姓也以往是不熟悉这样的一个制度。你一下子要给这么大的一个权力，哦，就是对于诉讼案件，哦，应该是有罪无罪，请问这个要交给老百姓来行使。司法这个官审制度您推了多久？司法院来说应该四年哦。那四年去推一个这样的制度，您觉得这个效率上还有所谓在研拟配套措施上，我们司法院做了些什么制度，什么样的措施配套？这个我们有各个模拟法庭，模拟法庭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式哈。模拟法庭完毕以后，我们有这个评论，有这个检讨的一个制度。那也借由模拟法庭哈，在各地啊，这个实施模拟法庭的广为宣导。模拟法庭，我刚刚，听到您所报告，是不是只有士林地检署还有嘉义法庭这两个地方？没有，目前已经有好几个法院，十个法院哈的地有这样的一个制度。好，我刚刚要上来质询前五分钟，我接到一个民众打电话给我，他请愿说希望扩大模拟法庭的这个实施的一个范围，这一点你在这边可不可以承诺？可以，因为我们的其实我们也经过院内里面的一个讨论，希望能够这个年度哈，能够全面的各地方法院都有这个模拟法庭的这样一个各地方法院嘛，各地方法院都至少每年至少一次到两次，至少一次到两次。那以全台湾各个地区各地方法院作为一个实施的范围，是不是？对，那除非那个很小的法院，像连江。哦，那这个很可能。那这个请那个秘书长给我一个完整的时间表报告。好，在什么时间要哪些法院要推行，可不可以公布在网络上让所有的人知道？可以有我们有在网站上面确实是已经有这个资讯。好，谢谢。接下来还是回到我刚刚那个问题哦，到底我们司法改革在台湾是玩真的还是玩假的？我们来看看其他国家的制度哈，陪审制在英国还有美国都是所谓作为一个分工的一个制度，人民负责事实认定，法官负责法律适用，然后它是以独立的方式在一个空间的配置上，然后参与人民审判的职权是可以进行独立事实的认定，也就是说它是以法官跟人民两个作为互相分工的一个做法，互相牵制。德国和日本是所谓的参审制，它的主要的一个精神是在于合作，法官和人民一起进行事实的认定，还有法律的适用，也就是法官跟人民是坐在一起。刚刚你也有提到所谓裁判员的就是认定，所以人民跟法官一起讨论罪行的决定的制度，还有他判决的内容。台湾呢，我们中华民国所提倡的这个官审制，法官跟人民一起做事实的认定，还有法律的适用，与法官坐在一起。但是看起来这是一个先进而且尝试改革的做法，但是我跟秘书长报告啊，这是在光谱上是最弱的设计。在参与审判的人民没有投票权，虽然说可以表达意见，但是他的意见完全法官可以不采信，而且人民在那个现场他只是充其量叫做观众。那跟现在法院里面邀请观众去参观这样子有什么差别？那我想请问一下，这样的规划是不是还是让法官完全的保有绝对的权威？那这样子一个司法改革，请问一下有什么效用？他当然不跟一般观众不一样啊，你观众不能够坐在那个地方，也可以，他也可以经过审判长许，官审员可以经过审判长许可来讯问证人啊这些，哦，他当然不一样。然后他会参与评议啊，
它有两个阶段的评议。第一个阶段的评议是素人法官啊，就是参审员来评议啊。一般观众可以做这样吗？不行。那他的多数参审员的多数意见，法官要正面看待，也就是说，你如果采信的话，那没有问题；如果不采的话，在法官在他的判决书里面要交代。哦，那这个所以不一样啊，这个跟一般的观众完全不同的概念了，哈。秘书长，还有一个，我想也跟您讨论一下哈，在所有这些官审制、陪审制还有参审制这些讨论里面，对于把人民意见纳入这个审判的这一个过程，让法官在做最终判决的时候可以贴近民情，更理解民间的想法，这一点您同意吗？对，确实这个概念就是这样来的。您同意吗？对。那对于说想以您法律司法专业这件事情来请教，对于如果以社会舆论来去影响判决，所谓的民粹审判，这一点您的看法是什么？这个当然不行啊！与法院裁判是证据裁判，看证据来裁判啊，舆论裁判。这个不是这样的。但是如果说我们引进所谓的官审制度，那你的拿捏上，你怎么样去保持这个审判的中立？那官审制度到底是有没有办法让人民的意见进入到法庭审判的程序？官审一定可以，因为他跟法官一样嘛，他从头到尾哈来参与审判，他也可以刚刚讲，他也可以对不明了的证人的部分来请求审判长同意，让他来发问啊，所以他确实可以参与这个整个审判的程序，又参与评议的一个过程，是一定是。所以这官审制是比较接近陪审制吗？没有，比较接近参审，比较接近参审，兼有啦，兼有。那我的意见是，可不可以我们修正比较靠近陪审制参审制这样的一个做法？因为您谈的官审制，在为什么我说在一般社会大众理解里面，大家是不接受的，因为人民被晾在那边，人民好像去看戏。对，其实哦，以往哦，司法院也推出过哈三次的有关于参审制哈，就是参审制的这个法案，但是因为行政院，因为我这个法案提出来要行政院会衔，行政院认为有违宪的疑虑哈，所以没有成功。如果这个违宪的疑虑可以解除的话，还有我想我们经过四年的推广哈，一般民众对于参与审判非常的熟悉，是不是这个时机已经成熟？我是觉得可以讨论。秘书长，哪一个部分才有涉及到违宪？因为宪法说，这个法官要独立审判，要独立审判。那就是说，独立审判的话，你不能有其他人老百姓的意见来参与啊。就这一部分哈，行政院认为是违宪的。我再次强调哈，我觉得司法改革攸关于转型正义，攸关于转型典范，还有攸关于台湾这个社会可不可以真正的成为一个文明而且公平正义的社会。我觉得就违宪这一点，我觉得我们要好好的讨论，是不是真正的进行，甚至于走到修宪这个部分，去改变我们的司法的审判制度。我最后再强调哈，司法的审判制度为什么重要？因为我们整个社会的法治观念是非常的薄弱的，这个造成两个重要的一个关键：人民对于法治单位没有信心；第二个事情是，法官完全不知道这个社会的脉动。那司法部以一个台湾最高司法机关来说，你是不是有责任去加强法治教育？那加强法治教育的一个重点是让法官的判决让人民可以了解。现在90%的判决，人民是纳闷的、不理解的，人民都要上脸书去看别的律师怎么评论某一个案件的判决。那对于这样的法治教育，您满意吗？推广法治教育是法务部的那个执掌，这个是他在他们那个我知道，但是这个制度我们也有责任呐、啊，也哈、哦、司法院也有一部分的责任哈、哦，请放在心上好不好？哎，好，好，谢谢秘书长，谢谢徐委员，谢谢秘书长。我们接下来请游美女委员发言，时间10分钟。游委员发言之后，我们休息5分钟。
主席，还有所有在场的委员以及所列席的政府官员，大家早安，大家好。主席，我是不是可以请我们的林秘书长？是，请秘书长，谢谢。各位委员好。林秘书长好哈。是。林秘书长，今天您提出这个立法的这个计划报告嘛哈，那一个非常重要的，小英主席也宣示了，就是就是司法改革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所以我们将来呢，如何建构一个公平审判的一个法院，那以及呢，我们能够符合人民期待那的这个为人民而存在的这个法院呢，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这里面呢，就是说我们也知道，依照这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里面呢，每一个人都要在法庭上能够受到公平审判，因此要受到公平审判的第一个前提就是他要听得懂法官你在讲什么，那他所讲的话也法官听得懂你在说什么。那当两个人语言不通的时候，我想是谈到公平审判那是离得太遥远了，所以在这里呢就牵涉到法庭通译的问题。那这个部分呢，在今天我们的解冻案里面，其实上这上个会期呢，我们也把这个东西呢有所冻结。那这里面呢，当然我们也知道说，这个我们的贵大院呢，其实也一直很认真的那去充实这个所谓的翻译的人才。可是呢，我们也知道到目前为止其实是不够的哈。依照你们所提的这些的统计数字呢，就像说哈，这个104年等于去年的一年，光是越南语的传译呢就有2132次人次，可是我们的传译人数呢只有44个人，那被选用人均的这个次数呢48.45，所以在这里呢就牵涉到的就是说，好，我们现在的这所谓的这个不管是外籍劳工或是外籍配偶好，或是这些的看护工是越来越多，而且都是东南亚，而且很多的是不同的国家，不管是印尼啊、越南啊、泰国啊、菲律宾啊等等，所以这些的人才的这些的通译呢是非常重要。那我们也知道说法院有配置所谓的通译，但是像通译呢，他的工作好像不是完全做所谓的传译，他们还兼做一些其他的杂项。而这些的传译呢，他这些的通译呢，他可能他连这所谓的这些的语言，他顶多能够翻译台语或是翻译这个所谓的客家语，甚至有时候连英文呢都不是很精通，都变成开庭的时候还要律师自己带着自己的这个通译过来，然后律师带来有时候呢法院还不准。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呢，就会变成说我们在这个通译的这一块，好，到底应该怎么样去加强，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呢这个部分呢，我不晓得，就像说我们也经常发生这所谓的渔船喋血的案件，那这渔船喋血的案件，好，这七八个这些的印尼的渔工，结果法庭里面根本就没有，或是只有一个通译，那个通译呢他印尼语，因为我们说会讲印尼话不见得他就能够做口译，我们也知道会讲英文不见得他能够做口译，即使外文系毕业的。所以今天呢只是找一个他因为懂印尼文，所以就叫他来做这个所谓的传译。很多法律的专业的用语他可能连自己听都听不懂，他又如何翻译给这个所谓的被告？那被告讲的话他也没办法完整的传给法官。所以在这里其实这么大的落差，对于他们的这所谓的受到公平审判是很严重的问题。那我不晓得这个秘书长这一块怎么样去改善。这个我今天提出来解冻案里面哈，也有对特约通译的这个部分哈，怎么来加强哈，有提出一部分的一个说明哈。那委员想说，现在法院里面它有通译，但是这个通译哈，我们因为特约通译的制度的采用哈，就暂停这个预缺不补那个原来的通译的个制度。可是在这里我们有一个意见了哈，就是说通译这个所谓的暂缺的人。结果他不去做通译的工作，他去做其他的杂项。那真正呢要做能够有专业的做通译的，你用所谓的这特约的一次几小一小时才多少钱，对不对？你跟外面的行情都不符合。所以真正的有专业的通译他不会到法院来。所以在这里根本的其实要去改善的，第一个你的通译的这个配额，这个所谓的经过这些专家考试的，你应该第一个你要去把这个考试建立起来。那这个考试建立起来，就是应该跟学校，我们也看到很多的技职学校，所有的人全部都在考律师、考法官、考这个检察官。那其实我们看到今天在医院、在这个医学院，
里面不是所有的人全部都要当医生。我们看在整个医疗体系里面，除了医生以外，还有多少的周边的这些的配备的人员，对不对？包括检验师，包括复健师，包括心理师，包括什么等等。那这些的专业的人员，其实都在辅助这整个医疗体系，整个医师的这个把病人看好。那同样的，在司法体系里面也一样，我们不是只有律师、法官、检察官，这个最核心的人，不是全所有的念法律的人都适合。很重要的是我这些的周边的配备，对不对？我今天的这检验的人员，我今天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公证的人员，我今天所谓的通译，对不对？我今天的速记的人员等等，这些呢都需要专业的。那在以往这些从来不被看到，大家都觉得说那是属于雕虫小技的。但是今天我们要一个专业的法院，一个让人民信任的法院，这些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司法院有没有可能在你们在立法机关我们看不到，有没有可能你们去召集所有的这些大学的校长，对不对？跟他来谈，在我们整个学习的在学校的里面开始去培养这些的专业的人才。因为其实职业无贵贱，你每一个领域里面都有这些专业，这些专业就是来辅助我们法官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能够呢得到了最好的一个辅助，那他能够做出最正确的判决。所以这个部分有没有可能就是应该是要整体性的一个配合。但是我们现在哈，像我们英文啊、日文、德文啊这些有一个认证的正式的一个认证机关哈，有那個，但是其他语言我们没有，尤其是东南亚语系，所以這没有认证嘛，我们没有认证制度，所以必须要先去推这个认证制度、啊。没有错、啊，所以我就说司法院你们能不能去对不对？去把这些的相关的单位找过来，大家讨论如何能够跨院之间的去协调。好，或是去协助看可不可以。好，这个因为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那另外一点呢，就是也刚刚有委员啊质询到的，就是所谓的我们的参审制、官审制跟陪审制的问题嘛哈。那当然，在这个上一次的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冻结案里面有提到，就是你们花了很多的钱在宣导你们所谓的官审，但是你们说没有，我们是在宣导所谓的参审，所以你们拿出了这个人民参与审判，你就是正义的力量。好，这个表封皮上呢看起来是真的是非常的的确人民参与审判，但是我们把里面打开呢，我们看到每一页里面全部写的都是人民官审制，参审不见了，陪审也不见了，就只有一个人民官审制。而且我原来以为说只有第一页是人民官审，后面是不是有人民参审，是不是会有人民陪审，结果都没有，全部每一页从第一页呢到最后一页全部都是人民官审制。所以你这个简直是挂羊头卖狗肉，封面写的是人民参与审判，里面全部宣导的是人民官审制。那我们再来看看你们的网站，好，我们这个网站是不是上？也看看哈。他意思说你可以用别的方式。我们把这个网站是不是叫出来一下哈？我们看看这个网站上面也是一样，人民参与审判，但是呢，里面的所有的全部呢都是在宣导里面的所谓的人民官审制。全部都是在讲人民官审制，所以你们这样的宣导花了几千万的钱，所以我们这次把你们的宣导把它冻结下来。我们要的是说，在司法院，在我们的这委员会里面，我们一再的决议，要你们所有这三个制度全部都去模拟，全部都去做分析检讨，对不对？可是你们呢，仍然是一厢情愿的只有官审制，只是把那个大标题改成所谓的人民参与审判，但是里面的全然都是人民官审。那当然了，我们也知道你们有你们的苦衷，但是我想现在520呢政党会轮替，所以是不是也能够请你们把这些所有的网站挂羊头卖狗肉的东西把它去掉，把它好好的去改善一下，可不可以？把三个制度并成，把它的优劣点全部并成，可不可以？这个资料上面是有三个制度的并成的。那人民参与审判是一个广泛的一个概念啊，我们像漫画的那个比赛，我们也是用人民参与审判这样一个大的概念去请大家来参与。对啊，但是你们请大家来参与没有错，但是你们的举例就是人民官审啊。今天我要去参与你的比赛，你给我的例子就是人民官审。你想我会去提其他的，我不会那么白目，我要去参加你的比赛，我要拿你的奖金，结果你的例子是用人民官审，我会去可以提一个陪审制来自己打自己的脸吗？他这个我们那个哪一个作品得奖是由外部有外一个委员会来组成，那个外部委员他们选的是这一个东西。我知道啊，也有人用参审制度来参与的。我想外部的委员今天大家不会体察商议吗？好，那再来另外的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家事服务中心的事情。
当然家事服务中心呢，也这里要谢谢这个我们的司法院呢，对以前这个家事服务中心里面的这个对民间团体的这个补助的项目呢，这个以前是有一些比较这个缺少。但现在这里出现了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因为我们里面所补助的全部都是所谓的社工员的这些的服务的费用，但是里面呢，其实我们再看看我们这所谓的家事服务中心呢，当初设立的这个司法院办理补助住法院家事服务中心办法，第一条里面就规定说，所谓的住法院家事服务中心呢，指的是指法院依照本法第十九条之一第一项规定，提供场所、必要之软硬体设备及其他相关协助，供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自行或委托民间团体设置的资源整合连结服务。然后他要提供的是什么呢？当然里面呢会就是要提供各种的这些的服务，里面还包括宣导哈。所以呢，在这里呢，就是当民间的去驻点的这些民间团承接的这些民间团体呢，他要去做宣导推广活动的时候，这些经费你们是不补助的。可他今天事实上是承接你们整个家事服务中心，整个经费是要由你们这边来负责的。所以在这个部分呢，有没有可能把你们的办法里面稍微放宽他们的推广跟宣导的费用，也能够某种程度的给补助，这是可不可以？其实这一部分的费用哈，依照那个家事事件法的话是。应该内政部也要编列一部分的费用，但是都没有、完全没有编列，所以地方政府推给你们司法院，然后司法院推给地方政府。那这部分你们能不能去跟市政府、县市政府协商？因为这个部分没有办法让民间团体去找县市政府，县市政府光立去找司法院没钱。那这个部分只有你们有能力去跟县市政府协商，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说你们有些地方，像这个桃园，他把家事服务中心就设到外面去。然后呢，在里面也要叫他们去做呢，这所谓的这子女的会面交往。可是子女的会面交往需要非常重要的就是所谓的录音录影的设备，因为他这里也基于安全，也必须要整个的过程录音录影。可是呢，事实上他没有这些设备，那要求法院提供，法院说我没钱。然后呢，地方政府说这不是我的事情。所以在这里呢，有没有可能就是说，他家事服务中心是你们司法院应该要去设立要提供的，所以硬体的设备其实应该是要司法院来提供。所以在这里是不是能够对，就是说他需要在这个家事服务中心去实施所谓的儿童会面交往的这样 的这些的这个点的话，你们应该是不是可以提供这所谓的录音录影的这个设备，可不可以？那这个规定里面讲，我们也有讲说这个家事服务中心的场所必要的软硬体设备啊，哈，所需的费用哈，只要是。经过司法院核准的话，哈，可以是可以，没有错，所以我们现在就要请求你们核准嘛。就是他现在是因为没有经过司法院的核准，不过我们都会协调法院呐，哈，去跟法院协调，由他们来尽量来提供。对，所以就是需要你们司法院核准嘛，因为你们没有核准，所以地方法院就没有办法提供嘛，对不对？那民间团体也没有办法，可是他要做会面交往，那这个是每天案子都法院一直在 refer 案子过来啊，可是这里没有会面交往，万一出了问题谁负责嘛？好，所以这个部分我们需要说你们能够体检所有的这些家事服务中心，那把应该补齐的这些设备、设施设备把它补齐，好，尽力好了。好，谢谢，谢谢幼员，谢谢秘书长，我们现在休息五分钟。
好，我们现在继续开会，各位请回座。我们接下来请黄伟哲委员发言，时间六分钟。主席、各位同仁，司法院林秘书长，请秘书长。请秘书长。好，谢谢。方委员您好，秘书长您好，好。几个问题简单的请问您啊，现在我们最高法院哦，最高法院，他的一个刑事跟民事案件哦，一般来讲，过去曾经我们现在最高法院的法官，刑事庭的法官大概有多少位？刑事是不是包含调办室哈？就是所有的办案的法官，办案的法官，不排除掉那个忧郁的法官哦。忧郁法官不算，是六刑事案件六十几位啊，应该有六十几位。那民事案件呢？民事案件比较少，三十几位哈。三十几位。嗯。那最近最高法院的法官有一些离开职务和退休的。就申请退休哈。以去年来讲，大概退了多少位？你知道吗？是比去年多了哈。去年大概退了多少位？去年我的统计数据哈。处长，我昨天已经跟你泄题，前天跟你泄题了，你还啊？去年的103年的哈，103年的退休的平均退休的人数是18位哈，18位，104年哈，退休的人数是63位哈，104年，去年退了63位，104年是163位嘛，63位，63位，那结果有补上来几位啊？新手补啊，因为补不是只有单纯补，不是只有补最高法院啊，是整个体系补啊哈。那可是我刚刚讲的是最高法院啊。最高法院没有退这么多人，我这个是吓到了，这个是全部的退休人数。104年最高法院10位，最高法院退了10位，那补上了几位？也是有补啦。只是没有补到完全呐、啊、哈，因为各地方法院、各地院、高院也有人退，我们就 focus 在最高法院。最高法院，最高法院8位哈，补了8位。那今年1月到2月，现在3月，到目前为止申请退休的啊，最高今年申请退休多少？最高法院没有更高了，最高就是最高。7位哈、啊，7位申请退休，7位申请退休，那还没有，有的因为要3个月前申请嘛哈、之所以这样问，还没有到。对，之所以这样请问秘书长的原因在于，我们现在最高法院很多案件，刑事案件哦，一般来讲，上诉到最高法院，可能要多久才会开始分到案件，分案子开始侦、哦、开始审理。这边最高法、刑事案件的分案大概要隔几个这叫什么？我们是有统计的，刑事案件哈、几乎是随到大概都随可以随分呐、民事案件可能就要排队。而且讲说存科待分呐、存科待分，存科待分，民事案件要排多久？民事案件要8个月，要等8个月。8个月那么短？对，确实，这个是我们列为司法改革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以往存科待分的案件、要等很久，后来我们从这个这经过这个，你有没有一个数据才这个说服这个大众？我们做了多少司法？就是说，在您到任以前，或者在103年、104年，平均民事案件上诉到最高法院，那多久才会开始分案？不要说审理完哦，我知道分案给法官。有，我可以，我看会后是再提供给那个。那目前为止是8个月就对了。民事案件哈、民事案就是民事案件放在最高法院放8个月，再开始分案给法官，法官再开始审理。还有一些是不需要等待的，我们所谓的挂急诊的案件，就是像选举诉讼啊什么那些哈、是不需要等的。那就不需要等，那可以插队的哈。对。好，那这样子拉。有一些案子是不需要等待，这样拉南宫台语说平均就是平均的，就是 I'm like Turkey 两等 ball day 哈，就是说这样平均就还要8个月呢。民事案件，那扣掉那些所谓不需等待的可以插队的话，
其实是更久。民事案件是这样，民事我讲的民事嘛，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怎么改善？尤其这样，法官又有一些法官开始身退了，有没有一个解决方案呢、啊？秘书长。这个就是因为说实在的你也不可能无限制的一个给法官一直分案嘛，因为他实际上人就只有这么多，时间他人家要退你也没办法。然后时间工作时间是有限的嘛，一天可以做多少时间？所以这个案件量的源源不断的话，我看看是不是从那总是得解决啊，因为老百姓面对司法的时候就是说哇，我这个民事案件现在存科待分八个月就已经蛮久的了。那我如果再继续等下去，搞不好我都不在，不要说人事已非啦，搞不好就整个环境又改变了。那怎么样改善这个现象？而且如果说依照现在最高法院法官离开的那个速度，加上补的速度，可能将来会恶化还是更改善呢？会有恶性循环的这个疑虑啊那就是说案件量这样源源不断来，当然是诉讼制度的问题了。可是你刚刚也说了，诉讼制度的问题，以前要等更久的呢。对，以前等更久，诉讼制度的问题那另外当然就是说我们人力真的是不够了。那也许如果可你也不能法官没有老百姓不要打官司，因为我们的调解委员会已经调解了很多案子掉了。对，这个就加强那个就是非诉讼。不是的争端的解决方式嘛看能不能加强那一部分，不是就是所谓的 ADR 加强那一部分，然后诉讼制度我们是配合来解决以往说一定的金额才可以上诉到最高法院，是那现在整个经济状况不一样了，以往的一百万跟现在的一百万完全不一样了，那所以一定诉讼的金额以上你才可以到最高法院来，所以你们有考虑在修改这个游戏规则吗？这个东西是可以考虑的。另外就是说，我们加上它的辅助人力的增加，辅助人力的增加的话，可以帮忙有一些比较技术性的东西，要找资料干什么可以帮忙法官来节省法官的审案效率，力量全部在判断上面那这样的话，还有一个就是审查庭的一个机制。那可以给我们一个书面的说明吗？好，好不好？好。谢谢，好，谢谢秘书长，谢谢秘书长，来，谢谢黄委员。我们接下来请徐永明委员，徐永明委员不在。钟嘉宾委员，钟嘉宾委员不在。邱志伟委员，邱志伟委员不在。卢秀燕委员，不在。赖世宝委员不在。王惠美委员，不在。管碧玲委员，不在。陈明文委员，不在。陈廷飞委员，不在。高金素梅委员，不在。江启臣委员，不在。孔文吉委员，不在。蒋乃新委员，不在。张立善委员，不在。接下来请顾立雄委员发言，时间十分钟。主席，是不是有请那个林秘书长？请秘书长。顾委员好。是，那个请教一下秘书长法院在受理这个交付法庭录影内容的申请的时候的不准许这一个事项到底是属于司法行政可以监督的事项，还是审判核心事项？他应该也是审判的事项之一了。那他如果先变成一个审判的事项之一的时候，那么你们从一个司法行政监督单位的立场，对于刚刚所提到的这样子的一种驳回力还是高达了近六成这样的情况，你们要从司法行政的角度要如何来进行监督？我讲的白一点就是法官就是不甩你不甩的话，那真的是看他，因为他这个判断还是要由法官来做嘛，因为不是这个还是一个裁定的一个性质那我们就是尽力宣导，因为有些法官他们对于法条的认知可能跟立法的原意有落差，是，所以我们要让他知道说立法的原意是以准许是原则的要让他有这样的一个观念不是，那你刚刚不是提到了吗？他如果是审判核心事项，他就在裁定里面讲了一大堆
跟这一个我们已经通过的这一个法院组织法九十条之一的规范完全不合的规定，他就讲了一大堆，比如说这边有一个裁定，就说这一个什么辅助，这个录音只是辅助制作笔录啊，那么这个不可以逾越这个辅助制作笔录特定的必要事项，更要符合个资法第十九条第一项等等，还要正当合理之关联。就拿原来的从民事高院的民事庭的几个法官他们所拿出来这一套的一套一个讲法拿来作为防堵，大家每一个法官去拿来防堵人家来申请录音光碟的这种理由，然后在那边一直讲，然后你们又说这个是审判核心事项，那现在说从85%降到快60%，你们就心满意足了。那这样子的话，没有说心满意足啦。要我们怎么来解冻这一个相关的经费？当然，我就说一月的数据是已经44%了哈，44%驳回率哈。那这个也就是说，我们宣导是有效的。我现在问一下秘书长，让他了解立法的争议是什么。我现在问一下秘书长，就是说阅卷这件事情，我申请阅卷，那当时九十条之一的立法理由，我想您也应该很清楚。当时就是说我申请交互录音录影光碟，犯我对我的限制，对我这个作为一个当事人对我请求交互的限制的范围，就要跟阅卷权的范围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如果我是可以申请阅卷，我当然就可以申请交互录音录影光碟。那我请问我们大家都做过代理人，您也做过法官，我想林厅长也都是法官，我们在申请阅卷的时候，我们都是直接传真的一张表格就到了阅卷室去了，好，法院有下裁定吗？那阅卷这个是便于申请阅卷的程序上面，那个阅卷的那个不是说阅卷室就给你准了，这个阅卷室还要拿那一张申请书给法官去批的。对，所以还是法官在批嘛。也就是说，当我们想象是一个阅卷权的概念的时候，就会想到它是一个简便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对对，法官也没有在他的心里面有想过说，我来申请阅卷的时候，还可以对阅卷多了将了一大堆不必要的限制，对不对？那为什么申请一个录影光碟就会演变成这个今天这种地步啊？因为录影光碟哈，它的因为有一个物体的存在，它使用的。它会造成的、那个、早年在范光群担任秘书长的时候，也是为了这个真心已经有争执过，后来直接就弄了一个办法，对不对？那后来大家有意见，对不对？还不就是民事庭的法官他们拿了一大堆个资法跟所谓人格权的保障这样的意见。我们讲的彻底一点，我那天已经跟林厅长讲过了，如果今天所有的笔录今天的法庭的活动都如此的呈现在法庭的笔录里面，包括法官的一举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放在这一个笔录里面，有办法将这个整个做到了如实登载，人家也犯不着一定要再去申请了，对不对？那现在相关的这一个你们现在相关订定的这一个所谓的法庭的录音的利用办法里面的第八条还是要规定要续名理由，那我请问一下，秘书长，这个续名的理由到底要续名到什么程度啊？这个续名理由就是法院组织法九十条之一的主张或维护他法律上的利益，这个续名这个理由，你到底要主张什么利益吗？对，那请教一下秘书长，所谓主张或维护法律上利益，我到底要怎么续名？就是说，比如说我要申请法官评鉴用。那可不可以？可以，本来就可以。法官评鉴绝对可以。好，我要核对笔录，也可以吧？可以啊。对，那这样子的话，所谓所主张或维护法律上利益，既然只要相当，赵秘书长这样讲法，就是说我是相当广泛嘛，对不对？我只要任何我主张或维护法律上的利益的一个讲法，我只要讲一个，法院就应该准许嘛。那如果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到底有没有办法在你们相关的格式上面或者裁定上面，再把这个意旨讲得非常非常清楚？就是说，你就把它律己，就是说，只要他主张哪些哪些哪些，你原则上都应该要准许。厅长可不可以啊？在那个我们在今年2月24日有颁布的一个法院办理申请交付法庭录音录影内容应行注意事项里面，就特别讲
第四点有关于许可的基准，法院受理交付法庭录影的申请，如果认为符合申请的要件，申请人符合要件，在申请期间内提出来就所主张或维护法律上利益的要件，以续名者嘛，以续名者嘛，我的意思就是说对这一个所谓主张或维护法律上利益的要件的续名啊，各个地方高等法院的法官还是会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嘛。那现在最多的就是说，就像刚刚讲的，我要请求做法官评鉴，有很多法官就是不肯给嘛，一大堆理由嘛，对不对？那所以刚刚秘书长也讲了，这个理由就是可以的。所以我希望这个所谓以续名这个部分，再从司法行政的角度，因为啊，他最后不准啊，你又说这个审判核心事项他要下裁定，我也莫可奈何。但从一般通案的司法行政监督的角度，我们将各项例举的要件，一方面让人民知道说我主张哪些原则上是 OK 的，我主张哪些原则上 OK， 我主张哪些法官原则上也应该要准许，这样可不可以？我们司法来做一做，厅长再往前走一步嘛，好不好？好，好。那我个人会觉得，如果你们这样的一个准许率啊，如果还是维持在这样的一个高档，我们实在没有办法能够来同意解冻这个相关的预算。因为就我们立法院的立场，你现在跟我告诉我说你是审判核心的事项，那你也莫可奈何，我也莫可奈何，大家都莫可奈何。那如果我们除了用预算来要求你们做得更好之外，我们还有什么方法？所以刚刚讲的例举，我现在是希望说你们这个所谓的续名理由是能够废除了。那你如果我们觉得说废除有困难的话，那你要再告诉我，你要如何让这个法官不能够再质疑的驳回，哦，用一些有的没有的理由再质疑的驳回，这一点，司法一定要能够做得到啊。那另外我再问一下有关通译的部分哦，通译在法院的组织法里面，在地方法院、高等法院都有配置相关的通译嘛？对对。那我请问一下秘书长，那这通译要做什么？你们依法院组织法聘请的通译到底要干嘛？是每天坐在那里把这个法官要交给他的公文，要交给这个当事人提示的这个文书，交给这个被告或者相关的当事人看看而已，就这样子每天这样子走来走去而已，还是他真的要做通译的工作？以往确实也有一部分是做通译的，比如说像我在新竹服务的话，那个我不会客语啊。对，那我们现在真的是有翻译，因为现在你们讲的都是在讲特约通译的这个部分。没有，我讲的那个客语的。我们现在讲的是不但只是特约通译的部分，就是依照法院组织法配置的相关的通译的品质啊，能力啊，到底有没有办法相应程度的一个提升啊？我认为哈。像以往真正的通译目前在做的像国语啊翻译啊这些哈，实际上说一般因为我们的语言的国语的程度已经很高了哈，那一般的像客语啊这些他们也都会讲国语，所以国语的使用上面是没有通译的需求。我在这边是也是希望司法院哈，就是说就相关各个地院依照法院组织法配置的所谓的一等通译、二等通译、三等通译的这些啊。你的人事的一个汰换，然后你要新进能够聘用的人啊，要符合我们刚刚讲到的，你要有一定的能力嘛，不管是经过认证或者经过你一定的考试，像这样子你要有一个全盘性的计划，然后呢你要能够让这个通译啊，至少在某些人，就是说这样的通译不需要没有办法叫你一次性的全盘把它达到一个我们要求通译标同意的水准。但是你至少要有一个有计划、有步骤的，至少在比如说一等通译上面，你要提高他的水准到什么程度？到甚至他可以带领你的特约通译啊，好、哦，带领的你的特约通译可以做相关能力的提升嘛，对不对？你一定要有一个全盘计划，你不可以整个放任各个地方法院的通译，好、哦，他们的这个任用，好、哦，交到各地方法院或甚至相关。的这一个等于说漫无章法的去任用这个相关的通译，然后一旦通译任用，又具有公务人员的任用资格，公务员的资格有得到身份保障，一直到他退休为止才可以把他赶走。那可是他明明又没有能力来担任一个通译的工作，然后政府还要编列大笔的经费去聘这个特约通译，可是呢，特约通译的钱又给了很少，根本没有办法因应通译的。
的这个需求，像这样子的一种全盘的一个规划，我希望司法院不要漠视这一个对司法改革、司法形象的一个重要性。大家都去过国外的相关的法院，我那天也跟林庭长报告，我到自己到过香港去作证，我亲眼看到香港的通译的品质是如何。我们也到日本去参观过裁判员制度，看到日本的在实行裁判员制度的通译的水平到什么程度。好，我们也到过新加坡，好，这些相关的先进的国家，它的通译的品质一字不漏的能够照原本讲的话能够翻译出来，这样的能耐就是代表的一个司法形象的一个大幅的提升。这一件事情可能要远比我们现在还在谈的什么人民参与审判、什么起诉状一本都还要来得更重要了。这一点务请，务请，能够付出心力了，这样子可以吗？可以啊，目前通译是预缺不补的，所以 没有再就增加通译的一个名额。目前是这样，当然预缺不补以外，你当然还要更积极的作为，说你如何让这个通译从法院组织法跟行政法的观点去如何整个提升通译的一个水平、啊。对啊，你要特约通译跟你法定编制下的通译，都得要双轨提升它的品质才对嘛。对啊，对不对？这一部分是有待加强，确实是有待加强。好，谢谢。好，谢谢秘书长，谢谢顾委员。我们请游委员，游委员可能麻烦你一下，不好意思。哦，对不起，我现在宣告，接下来请郑运鹏委员，郑运鹏委员，郑运鹏委员不在，陈欧珀委员，陈欧珀委员不在。好，接下来请这个游委员来帮我主持。下一位，请段宜康委员发言。主席、各位同仁，我们请秘书长。李秘书长，请。段委员好。秘书长，我们今天从这个一杯水开始谈起了啊，因为在这个今天跟您请教之前呢、啊，这个上个礼拜有请您去了解啊，也感谢您很快的给我答复哦、啊。那么我收到一个过去曾经在台北地方法院呢、啊、被提介的人犯，那么他在拘留室或者候审室，那么他有一个反应啊，他说这个候审台北地方法院的候审室啊，无论一间关几个人在里面哦，就只给他们一个塑胶水杯，大家共用这一个杯子，那用水又不方便，所以呢，那我就很好奇了，我说请司法院去了解一下各地方法院哦，现在有没有类似的状况，或者台北地方法院现在有没有改善？那么给我的答复包括台北地方法院、苗栗地方法院、台中地方法院、嘉义地方法院跟宜兰地方法院这五个地方法院，目前还是在候审室，在司法院提醒他们改善之前了、啊、还是啊，由这个所有的这个无论是被告或者是这个受刑人。那么共用一个塑胶杯啊、哦，那么我从这个，当然我知道可能现在有会改善了哈，但是我从这个跟您请教这个题目开始哦，我就对各级法院，当然最高法院没有候审室啊、哦，各级法院的候审室啊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我就有点好奇了。后来呢，我发现大概在2009年啊，各法院陆续做了改装。应该是因为这个夜间讯问啊，就没有夜间讯问的关系啊，做了一些改装。那有的呢，还特别发了新闻通知媒体啊，譬如说台北地方法院就说他们是比美民宿，那、宜兰地方法院或者台南地方法院呢、啊，也各自发了新闻。不过在这个改装之前呢、啊，也不久之前啊，也不过这几年的事情啊，我先引述啊，本院的前委员邱毅先生。他曾经在地方法院的候审室待过，他说他对这个地方只有两个评语，一个是阴森，一个是臭。最令他感到不舒服的是厕所，那儿没有遮掩，又肮脏，一蹲下去，蚊子大军就会马上往臀部进攻。囚车进入台北地方法院的地下室，候审室就在左边的区域。他说只要啊借题问讯，就必须待在这里等开庭。那个候审室是在地下一楼，你下去会经过几道铁门，整个情况
感觉非常的阴森，里面关了很多人，可能是被收押禁见一段时间，很多人的卫生习惯非常差，所以那个是很臭的，那种汗臭味、体臭味。最近秋意感到不舒服的是臭摸摸的开放式厕所，他说那个根本不叫厕所，只能算是一个洞，那个基本不算厕所啊，只是等于一个让你蹲下来可以去上的地方，你一蹲下来的话可能马上被蚊子咬的整个屁股都是红包包，没有遮掩的，等于是在众人面前赤身露体上厕所，很多人进去以后根本大不出来，看到那么多人看你啊，根本大不出来。好，邱毅先生的处境我们当然同情，但是这也不过就是在几年前。后来呢，因为阿扁要在台北地方法院啊要候审，所以呢候审室啊，这个台北地方法院啊就开放参观了、阿扁的候审室。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图啊，这个阿扁的候审室，那时候司法院啊赖英照院长也特别在那天开放媒体去拍摄的时候去了现场。那阿扁的候审室公布之后呢，邱毅就很生气了。邱毅说：“为什么阿扁要候审就改装？为什么我那个时候就要臭摸摸来被蚊子叮？那我也觉得很不平啊。那我不晓得现在哦，各个地方法院哦，是不是候审室都有做了改变？我们当然也不要求他要很舒适，要很美观，但是起码的整洁，对每一个被告也好。”或受刑人借题来问讯的受刑人也好，他都应该要有起码的整洁、舒适跟安全，这是最基本的，对不对？对。所以我不晓得各个地方法、各级法院的候审室是不是已经都做了改善了？您了解吗？我知道在，在自从哦夜间讯问哈、那个刑诉法准许夜间讯问以后。各法院对于候审室都有相当程度的一个改善，都有改善，哎，都有改善。您都去看过吗？或者有看过其中？我当然没有没这样，只是根据我以前在台北地院服务的经验，就是大家因为因那个夜间询问的关系，我知道，哎，所有的这个候审室都有做相当，包括卫生啊，那些你要因啊棉被啊，要让人家可以过夜的那个情形。那像甚至你要不要先喝个水没关系、那我问一下啊，离司法院最近的就是台北地院跟高等法院，对不对？最高法院，最高法院没有候审室了。有候审室，现在有了吗？最近他们向高院、要了一笔紧急修缮费用，因为他们会因应那个人犯要万一要借题要开庭要用，最近才做。那我跟各位请教在场这个我们司法院各位这个主管哈，那么有哪一位啊，在最近这段时间，就是一两年了、去你们离你们最近的高等法院，应该是民事大厦楼、地下室，刑庭在刑庭地下的这个这个候审室去看过？你们都有没有去看过？最近啊，没有，或者你们曾经去看过没有？我曾经在高院服务，我几乎每天会经过。那我能不能因为我不能进去啊？不能进去，嘿，对不起、所以但是我每天都会经过，但是没有进去看过。是，但是其实，在2009年有开放一次啊，给媒体进去拍照。因为那个好像外面说里面什么闹鬼啊，说里面有什么底下是水牢，对不对？所以为了要证明说不是，所以开放。那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图啊，这是那个时候开放的这个图啊，这叫候讯室。那这个门大概这是木头门，因为这个建筑很久了，这个听说是民国23年，就是日治时代的这个建筑了哈。那么我们看下一张图，就这样一排一排。那么再看下一张图，这个叫做候讯室或者候审室啊，它里面当然有椅子啊，我们看往上一个，对，它这个每一间啊，这个坪数大概不到一坪，大概1/3坪了、那么我看了一个媒体的报道，那么曾经有这个记者啊，到里面去拍照访问，那么访问了负责的人，他说平时啊，每一间大概会关到4到5个人，我不晓得确实是不是这样了、因为我们只根据媒体的报道。那你各位想啊。这个不到一坪的地方，
每一间要关4到5个人，平均来讲，他说就是根据那个工作人员描述，他说可能大家都很挤，坐在那个地方很挤。那当然这个是一个历史的建物了哈，我们当然不是说要求把它重新打掉，来重新来这个新建新的候审室。不过，据我问了台湾高等法院，在2009年曾经为了夜间部讯问增加了一个候审室，好，因为这个夜间部讯问的候审室。那么在2014年又增加了新建的一个候审室，是因为提审法修法。那么要有一些呢，是因为预期拘留的外国人，他不要跟一般的刑事犯呢、放在一起，还另外为了这些外国人又增设了一个候审室。那阿扁那时候在高等法院出庭的这个出庭的时候，是在这个候审室吗？不是的，不是高等法院特别啊，把本来要让秘密证人休息的地方当作阿扁的候审室。那所以呢，对于这个现任的总统啊，无论他是不是一个刑事的被告，那么给他特殊的待遇，其实我们没有意见。但是我们去想象啊，一般的刑事的被告，他们如果被借题或者他们要去出庭的时候，是在这样的一个古老的一个这个环境哦。那么这个环境呢，跟刚才秘书长跟我们说的，现在会有一些可以，因为他可能要过夜嘛，哈，因为夜间不讯问，他可能要过夜，他现在可以提供他这个盥洗，抛弃式的盥洗用具，给他这个行军椅或者是沙发，可以让他休息，或者有了更好的，给他可能一张床，可能还有一个书桌。但是比较起来呢，台湾高等法院的候审室就显得不但古老，而且简陋。好，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改善？我大概知道，现在唯一的改善就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木头的椅子哦，上面放了软垫了，上面放了软垫了。那除此之外呢，大概就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样子。坦白说，我觉得对于被这个另案这个借题的这个受刑人也好，或者是现在被这个羁押的这个被告也好，他们在这个受刑这个候审室不晓得要待多久。那我们给他这样一个环境，我们都讲说我们这个要照顾人权，所以地方法院或许做了改善，但也不过就是这几年的事情。好，那就离司法院最近的台湾高等法院就在你们隔壁的地下室，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我可不可以请司法院能够针对哦，包括这个台湾高等法院，包括各地方法院的候审室，能够花一点时间，能够一个一个去稍微看一下，然后呢给我们一份报告。尤其像台湾地方这个高等法院，这个又不能拆掉打掉重盖，那怎么办？能不能给我们一个说明，说你们大概打算怎么办？或者有可能在明年的预算了，今年底我们要审你们明年的预算的时候，可以把它反映出来。秘书长，您大概可不可以答应我们做得到？可以，这个一定可以做得到。好，那我们就期待哦。在今年我就不给你限定时间，但是你要记得哦，我们今年看到你们的预算送来的时候，麻烦把这份报告，包括各地方法院，包括台湾高等法院的候审室，因为你们最清楚，除了候审室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设备啊，跟人权相关的，应该一并改善的，把这份报告一并送给我们，好不好？好，谢谢。那我补充一句、就是，是，请说。候审室它本身是就是因。案件要来法院要开庭用的，所以它是时间上是不短暂的，原则上其实是不过夜的，只是说那个地方法院因为那个检方移送人犯的时候，那个要，即便是他不过夜，对，但是他有可能在里面不晓得等多久，我们也都知道，会等，对不对？是一天呐、啊。然后你看，我对不起，我再占一点点时间。我刚才引述那个报道，他引述台湾高等法院的工作人员讲说，那有时候一间要检，平均一间挤4-5个人。不到一坪的地方，对这个未免也对，太即便他们是受刑人，即便他们是被告，那我们我记得您跟我讲过，其实，被告的人权，就是一个能够保障被告的人，是我们司法进步最重要的指标。对，
用这样的这个标准，我们来检验司法院接下来会做的事，好不好？好，谢谢。好，谢谢。接下来我们就处理冻结案、解冻案，然后处理这个。好，好，现在所有登记发言委员均发言完毕，询答结束。委员质询时要求提供相关资料以书面答复者，请相关机关尽速送交个别委员及本会。委员许淑华等提出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并请相关机关以书面答复。现在我们处理预算解冻案，预算解冻案处理完之后，我们处理临时提案了。好，请宣读解冻案一至五案。第一案是有关这个第一项决议二的部分，这是冻结司法院2005年度人民官审制度推动经费十分之一，直至司法院达成下列目标：为办理人民参与审判模拟法庭活动，供评估制度成果。以探求最适于我国之人民参与审判制度，应研拟人民参与审判准备条例草案，并向立法院司法法制委员会及提案委员报告后同意后，使得动之。第二是有关决议三的部分，这是冻结司法院2005年度预算少年及家事审判行政项下捐助民间机构及团体经费十分之一。在司法院与承办家事服务中心之各民间团体会谈，针对各地家事服务中心之运作进行调查，研拟补助办法之修正，建立各家事服务中心之意见收集及处理机制，并以书面向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与提案委员报告说明同意后，使得动之。第三案是关于决议四的部分，这是冻结司法院2005年度司法业务规划研考项下办理研究改进司法制度业务经费之20分之一，共584000元，待就通议之工作情况进行全面调查，就是否有人力不足、通议之品质如何、时间是否足够、是否确实能够探知通议与当事人之关系，并落实回避相关规定，提出改善及招募人力之办法及具体时程规划，并提出书面报告与司法院、与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提出，与提案委员经同意后，使得通知。关于决议五的部分，是冻结司法院2005年度对财团法人法律扶助基金会捐助预算经费新台币500万元，待司法院少年及家事厅会同基金会及民间团体研拟家事扶助专案或其他家事事件专业化具体扶助措施，向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及提案委员提出书面报告，经同意后，使得动之。有关决议刮胡九的部分，是冻结司法院及所属2005年度预算一般行政项下办理司法行政业务经费10分之一，直至司法院向各级法院法官加强相关教育训练，提出具体成果，并就受理民众申请交付法庭录音光碟之准驳情形、依据、理由及类型之统计及分析，向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及提案委员报告，经同意后，使得动之。宣读完毕。好，我们一案一案处理哦。请问各位同仁，第一案冻结人民官审制度推动经费十分之一，那么请问各位同仁是不是同意这个予以这个解冻？来，有请尤委员。那个还暂时不要解冻了，因为现在就是他们那个部分并没有改善了，所以我们先还是保留。好，各位同仁有没有不同的意见？好，我们就这个报告不予同意啊，就继续冻结。请问第二案冻结补助驻法院家事服务中心经费十分之一，请问各位同仁同不同意解冻？这个先解冻了，因为今天我们有提那个提案嘿。好，各位同仁有没有其他意见？好，那我们就这个同意，然后同意动之。好，第三案关于特约通议办理
研究改进司法制度业务的经费20分之一，各位同仁是不是同意解冻？他们有努力的哈，我们先解冻，但是我们也今天也有一些提案。好，好，我们等一下处理提案啊。好，我们同意予以解冻。第四案，关于这个冻结提升家事扶助对法律扶助基金会的500万的捐助，那么各位同不同意解冻？这个也先解冻了，那我们一样有提案。好，我们同意解冻。第五案，那么因为交付法庭录音光碟冻结办理司法行政业务经费10分之一，请问各位同仁同不同意解冻？请顾律师。这个部分呢，这个我们还是没有办法满意这个相关这个数据啊，驳回的比例啊，我们不同意解冻。好，我们报告不同不报告不予同意，我们这个不同意解冻。那么如果这个司法院如果后续还希望能够经过本会同意的话，那麻烦再送报告进来哈。有两个案，这个没有解冻。好，我们现在处理临时提案，请宣读。提案 A， 依现行法庭录音、录影及其利用保存办法第8条之规定，当事人及依法的申请阅览卷宗之人，因主张或维护其法律上利益，申请交付法庭录音或录影内容时，因叙明理由，自司法院统计数据显示，104年9月至105年1月，各地方法院驳回法庭录音申请之比例仍高达61%，其中驳回理由为申请人未叙明申请理由者，占驳回总数26%；非为主张或维护正当法律上利益者，占24%。为本院于104年修正上开办法之母法《法院组织法》第90条之一时，于第一项明确规定，当事人及依法得申请阅览卷宗之人，因主张或维护其法律上利益，即得于一定时间内申请法院交付法庭录音光碟。如有同条第二项依法得不予许可或限制阅卷，或第三项涉及国家机密或依其他法令予以保密之事项者，法院使得不予许可或限制交付法庭录音，且立法理由及逐条审查时已说明，法院不予许可或限制交付法庭录音或录影内容之裁量标准，当与当事人阅卷权之范围一致。基此，法庭录音、录影及其利用保存办法第8条增加因叙明理由要件，显然逾越法庭法显然逾越母法授权之范围，并增加法律所无之限制，侵蚀人民受宪法保障之诉讼权及行使诉讼权必须的资讯取得权，亦不符合法院组织法第90条之一之修法意旨。原要求司法院于2周内修正法庭录音、录影及其利用保存办法第8条，删除因叙明理由之规定，并送交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及提案委员。提案人顾立雄、尤美女、周春敏、蔡玉莹。提案 B， 鉴于家事事件法实施后，民众对新法多感陌生艰涩，尤其女性及其子女面对婚姻家庭纷争，多居弱势处境，不易保障诉讼权之平等。而部分家事服务中心受限于经费、设施、设备推广活动及宣导之强化，因而受限，无法扩大服务提供范围。原建请司法院盘点各地家事服务中心的硬体状况及服务量，提供家事服务中心办理子女会面交往所需之录音录影设备，并修正司法院办理捐补助助法院家事服务中心办法，放宽民间团体的申请捐补助项目，包括推广活动及宣导等经费，于一个月内提交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及提案委员。提案人尤美女、原署人顾立雄、蔡玉瑜、周春敏、段以康。提案 C， 鉴于家事事件法实施后，民众对新法多感陌生艰涩，尤其女性及子女面对婚姻家庭纷争，多居弱势处境，不易保障诉讼权之平等，且104年法律扶助基金会准予扶助家事事件已达6762件，占扶助案件17.33%。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于102年11月25日通过决议，要求法扶基金会向司法及法制委员会报告家事案件之法律服务之专案或家事法律中心之执行进度及落实成效，但迄今偏远地区仍有扶助律师不足及态度不佳之问题。原建请司法院会同法律扶助基金会及民间团体持续研拟家事扶助专案，并提出改善具体措施，于2个月内提交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及提案委员。提案人尤美女、联署人顾立雄、周春敏、蔡玉瑜、段颖康。提案 D，
司法院于宣传各种人民参与审判制度时，应主动告知人民官审、参审、陪审三种不同制度，并使其充分了解其间差异，不应偏颇特定之审判制度，无论是制度介绍与比较、问卷设计、广告宣传，均衡平不得偏废，必使民众获得充分解说完整资讯。原此建请司法院于三个月内修正目前标题与内容不符之宣传文案网站，增补其他人民参与审判制度介绍后，提交具体改善措施书面报告与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及提案委员。提案人由美女联署人顾立雄、蔡玉瑜、周春敏、段宜康。提案一，鉴于目前对于各未来司法审判制度改革方向尚无确切共识，司法院应会诊各级法院司法从业人员与人民意见，工作未来改革参考。原此建请司法院参酌各模拟法庭示范情形及各级法官参与、各级法官与参与民众意见，于三个月内提出司法审判制度改革之建议报告与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及提案委员。提案人由美女联署人顾立雄、参与周春敏、段宜康。提案之一，鉴于目前外籍配偶数量逐年增长，离婚案件中外籍配偶比例与逐年增加，且民法已经修正定出调解离婚制度，提高调解程序的重要性，但实务上显示调解委员当事人不清楚调解程序中可要求提供通译，又某些调解委员态度不中立，造成外籍配偶压力全入受审。原建请司法院于一个月内严厉改善调解委员调用通译及调解态度之办法，提交书面报告与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及提案委员。提案人由美女顾立雄、周春敏，回来宣读。提案 F， 鉴于我国人口组成日渐多元，司法通译案件数亦逐年急剧攀升，由于输入劳力国如越南、印尼、泰国等国为甚，2014年有传译通译之案件都为前年度之24倍不等，2015年之案件亦为前年度案件之2.45倍，为法院特约通译人数并未显著增加，造成案多人少之情况。以越南语通译为例，2015年各法院之特约越南语通译合计为47人，为2015年至越南语通译传译次数达2132次之多，通译案情了解时间不足，因回避情形无法寻得替代通译人力等过去进程问题，与人力吃紧之时势必更加凸显。原建请司法院于两个月内提出改善通译质量之完整计划，包括回避相关规定之落实、人力招募与改善等具体时程及规划，并建制完成外籍当事人母语版本之权利通知单，提交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及提案委员。提案人由美女联署人顾立雄、周春敏、蔡玉瑜、段宜康宣读完毕。好，各位同仁，我们现在处理这个临时提案，请问 A 案大家有没有意见？ A 案刚刚跟司完协商，就是说将这个时间改为一个月内，然后内容是改成严议将其修正为如现行应行注意事项第四点之，是规定吧，不要意志，是规定。哪一个？你现在改的是在哪一段？除了那个一个月内，一个月内最后那段，有一个是删除因续名理由之规定嘛，哈。对。那一句哦，改成严议将其修正为如现行应行注意事项第四点之规定。好，司法院这样子可以吗？可以。好，那我们就修正通过。你这边记录可以吗？没关系，你等一下再去跟顾委员再问一下。好，我们现在处理 B 案。B 案，请问各位同仁有没有意见？来，尤委员。好，那个 B 案哈，刚刚跟协商以后，就是这改成倒数一二三四第四行。第四行，倒数第四行。那个服务量那里哈，就是协助，把那个提供改成协助哈。协助家事服务中心办理子女会面交往所需录音录影设备之建制，是不是？好，提供两字改成协助，然后设备之后加一个之建制三个字。之建制，好。然后并修，并修正，修正那个一直到那个办法那些整个删掉哈，就并从宽认定那个放宽把它改成从宽，并从宽认定民间。
团体申得申请补捐助项目，包括然后以下都不改，然后他那个一个月改成两个月，两个月于两个月内提交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及提案委员。好，请问各位还有没有意见？好，那司法院也同意了哈，那我们就修正通过 C 案。C 案司法院有没有意见？来，各位同仁有没有意见？好，我们没有意见就照案通过。D 案，请问司法院有没有意见？各位委员有没有意见？C 已经通过了。好，如果 D 还在协商的话，我们看 E 案。E 也在协商。好，我们先看 F 案。F 案，请问有没有意见？F 案如果没有意见，我们就照案通过。G 案，啊？F 案已经通过了。这个刚才我在问有没有意见，包括如果司法院有意见要出声啊。好 ，G 案 ，G 案，请问有没有意见？啊？有。除了这个之外呢？好，居案把原件请司法院于一个月内改修正为两个月内，居案修正通过。好，我们现在回头来看第一案，第一案，请问你们协调好了吗？好，麻烦，谢谢。报告主席，报告各位委员，各位先进，大家好。那么关于第一案的部分呢，委员跟这个联署的委员建议我们呢，应该要在三个月内来修正目前标题内容不符的宣传文案网站，跟增补其他人民参与审判制度的介绍后，要提交一个具体的书面报告给贵院。那这当然我们是遵照办理，不过我们现在要成名的就是说，因为修改网站我们需要一些时间。那么另外呢，里头急于必须要修改的过去的一个宣传文案的内容。那么这个部分呢，我们做的宣导品虽然有非常非常小的字是一个官审，但是量非常的多，
也牵涉到国家公帑的使用，那么多了那两个小小的官审这两个字，其实对人民参与审判制度宣导的效果并不会有多么的负面的影响。所以呢，我们征求各位委员的同意呢，是不是把这个内容不符的宣传文案的这几个字删除，就只给予标题与内容不符之网站，然后增补其他人民参与审判制度的介绍。然后呢，这个期间我们是不是可以在下个会期，好，就是第一把时间挪到下个会期，第二呢，这个修改的那个内容呢，把宣传文案的部分删除，这是我们的一个请求，这是第一的部分。谢谢。有委员，那个我的建议是这样的哈，就因为他们这个宣传的这个宣传品啊，因为它已经制作完成了嘛哈，如果要改的话，就变成要重新再用这个采购的程序。还要再编预算，好，还要再花钱。那我的建议是不是就是这个宣传文案变成日后啊？不是，他日后的这个就是现在网站你们可以改的改，但是你们的宣传文案是日后啊，如果要重新印行的话，重新制作或者印行的时候要把它改过来。好，有人这样可不可以？对呀，那个刚刚就是好，所以把宣传文案先删掉嘛。但是大家有一个 understanding， 就是你们在印的时候就不能够再这样印嘛，嘿。是。然后那个他们说要下个会期，因为下个会期有点空洞，我们八个月啦，也就是下了会期嘛，可不可以？好，三个月改成八个月，八个月就到下个会期十一月了。啊，这样。下个会期是九月开始，一直到就下个会期啦，下个会期。六个月可不可以？可以了。也在一样是休克。审查预算前啦、啊，你反正啊，还啦，审查预算前啦、啊，也差不多就那时候了，好不好？审查这个。那就下个会期审查预算前。就写与本会审查。106年度预算前，好，我们修正通过。那一案呢，也是日时间的关系，与本会审查106年度预算前提出。好，请说，请说。有关于委员指教的这个议案的部分，因为是牵涉到整个人民参与审判制度内容的一个建议，所以整个的法制的建议包括了大方向跟细节，我们都需要有一定的时间去征求各方的意见跟做一个磨合，所以我们需要的时间必须要比较大的缓冲。那么如果能够在下个会期内提出来，是不是可以做这样的一个请求？谢谢。所以就是改成一样嘛，就改成下个会期审查预算前嘛。他们希望能够更长一点了，更有弹性了，在今年底之前，可以吗？哦，有人可以吗？我们这只是要你们把那个目前所办理的这些情形整个去会诊。对，对，那这个需要那么久吗？好了，没关系了，105年底了。好，我们在审预算的时候再来看他们到底再请他们说明做了多少了，好不好？好，我们今天我们就这个议案修正通过。议案前面加一个形式。啊？加在哪里？第一行那个司法审判制度改成刑事司法刑事审判制度。司法刑事审判制度。对。好。司法刑事审判制度。好，我们七个临时提案都处理完了，那么上午会议到此结束，下午2点继续开会，邀请考试院秘书长及所属部会首长列席报告业务概况及立法计划，并邀请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长列席报告业务概况，并被质询与相关预算冻结报告案之处理。那么我们下午1点开始登记发言哦，现在休息，谢谢大家。
这个把它。